这边有，这边有，所以我们要看这一侧，这一侧，这一侧，好的，这边有一些功能牌，哦，原来你刚才这边早就放好了、对，我都放好了，哇，你人就好了呢，啊，这边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这些牌，这个是道路牌，还有一般的道路，然后一般我没有放一般道路，啊，像这样这种都有些是一般道路这样子，还有什么转角石头啦，这个什么的，这样子。好，先讲一下。那我们接道路的时候，像我们现在这个一开始十字嘛，所以我们接的时候一定要路接路这样子。嗯，那你不能说像假如说我这边下面这个蓝队可以接路，但上面的黄队这边没接到路，这样不行，这牌就不能出。嗯，对，要合理就对了，一定要合理。好，然后我们先讲一下道路牌，就除了正常的这种正常道路以外，像有这个是石头路，石头路一转角的话，通常就是它是很狭窄的意思，一个人只能站在上面。一张牌只能上面站一个人、而且上面站人的话、其他人不能经过哦、会被挡住，就是对对对，卡比少。然后呢，这个我要拿狩猎之地，这个我等一下再讲，这个叫火炉，等一下再讲。好，然后这个是一二三，这三个就是分别是有木头、然后水坑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绳子有点那种洞，一个洞，一个洞在那边。那你需要有对应道具之后才可以过这个道路，好的，才可以站上去。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连过去都不能过去。嗯好。好，那等一下如果有这张牌的话呢，你就是出这边有这三张牌，你会抽到手牌的这四个。如果出现这个道具，你可以在任何地点，可能你在起点就可以使用这个道具卡，说让这个开通。哦，直接通、这时候呢，我们就、对，然后就放一张一个这个放上去，代表是过了，可以过了，代表这个路已经开通了。哦，对对对对对。Oh. 好，再来讲另外几个功能牌、目前酱油 OK 吗？你还活着吗？加油！他，我在。加油！我好，你还在。还好。好，好，没关系。那等一下玩一局就大概就知道了，因为他有玩三 round。对，然后再来这边呢，这边这个牌是陷阱牌。那这张整个牌库里面，我记得里面好像才几张，两张陷阱牌。两张。很少。两张而已、那这个陷阱牌呢，它放的这个东西，它会放陷阱，放在它是不能放在路口。它这个的版本好像只能放在它只能放在那一格，那就放那一格吧。对，它就是放在那一格。正常来说好，那应该也没关系，放那一格，那个放着的时候你就不能经过那个牌。对，然后这个巨人也是，这个巨人的话它也是放在那边，然后但是呢它只会存在一回合。如果你出这张牌，你可以挡在那边，那个巨人就卡在这里，那其他人就不能经过这里。那直到轮到你下一次轮到你的时候，这巨人就直接消失了。那个吊绳子的陷阱一直在就对了。这个陷阱一直在，然后他自己漏抢了。陷阱其实可以过吧？哦，对，陷阱可以过，对对对对对，陷阱可以过，只是你手牌会少一张。以后你抽手牌就少一张。像我们现在七个人的话，每个人手牌只有四张。那你每经过一次，你的手牌上限就一定会少一张。上限 是上限哦，所以这其实蛮伤的。老实说，就是你以后抽牌就只能拿个三张，然后如果再经过更多次，就变成两张一张而已。所以通常这个我们都看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过。然后最后一个这个是雷暴，雷暴这张卡就可以破坏场地啊。当然，像这个现在场面上这几个是不能破坏的。好，然后你不能去破坏那个银矿洞或是龙巢穴这样啦，打叉叉的，对对对，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是猜这个特别牌，这个是偷窥牌。这个的话，你看上面不是有一个眼睛？阵营符号，眼睛，它左边两边有那个四个绿色框框嘛，这个不理它。我们看下面有两个，不是有个矿洞吗？跟一个阵营的符号，就是蓝色。是这个，上过来。对，就是这个阵营符号。嗯，你可以看着一个某一个人他的手牌，他的阵营的牌，直接打开来看。那只有你可以看啦，其他人不能看。你不能公开翻哦，你这样他会死掉。你可以自己偷看，你可以偷看他的牌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看场面上这边这个上面的这个矿洞，看其中一个，然后只有你自己知道。好。那还有另一个是会可以偷看，我看一下，就是我见哪一个宝物的，偷看宝物的，对，有一个偷看是偷看这边的牌的，这边的牌有总共几分的，看这边分数的，对，好，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就反正这个大部分跟那个矮人矿坑比较像啦，那
我们就先试玩一次，上一次就是中途有问题，我们再边玩边问。嗯，这样子。好。好。好。等一下啊！等一下，这样要死了。被收进去了，被收进去了。可是我的脑袋死了。等一下，等一下，酱油就最后一个洞吧，少一张。嗯，最后一个洞。最后一个当酱油在动，我们前面就这里没少洞，让他看。好好好。好。好，那等一下我看一下这边。没有没有，这个是我都有复制好的。哦。啊，这是复制的、啊。这边右边是复制的，所以那边其实直接删掉就好了。或者放着、啊，就是可以放着、啊。哦，也是可以啊，也可以、啊，就放在旁边。哇、哦。他撞到了、哎，他撞到桌角了，他很痛，他用转子就会上手，对，我问一下哦，刚刚说白的删掉吗？阵营白色的是中立吗？还是什么间谍？这个就是自私矮人，就自己自矮，他自己一个一对了、哦。好了，我懂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对对对。嗯，就放过来吧，放过来吧，因为刚刚 YT 爆照在弄，没听到前面而已。嗯，这个就这种类型的游戏，就是前面规则一知半解啊，玩了一次，大家就都会知道怎么玩了。对对对对，我们那个时候其实第一次理解是有一点问号啊。还有刚刚我没讲到那个，就是我们轮到你的时候呢，这个比较重要啊，酱油记得听这个、啊，这个一定要听。好，我在听，我正在脑筋。这个呢，轮到你的时候，你有三个动作。第一个打牌，你一定要打出一张牌，或者是你要弃掉手牌一到两张。哼，啊，就是这两、嗯、这个第一个动作是这样子，要么就打一张牌，要么就是弃牌一到两张。然后第二个动作是你要把你的矮人，有没有？哎，矮人在哪里？没有，左右上面左右都有，我、哦、看到了左右，这个，对，要把矮人，你可以移动三格，最多三张牌，嗯，这都可以走三步。然后第三个动作就是抽牌补牌，补到你的最高上限。对，像我们现在七个人玩，就是每个人手牌最高上限是四张牌，所以你轮到你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出一张牌，第二个动作移动，第三个动作补牌，就这样子。嗯嗯，这个，还有在刚刚补讲一下这个张牌萤火就是你站在这上面，这张牌结束了之后呢，下一轮轮到你的时候，你可以走五步。哦，嗯，哦，就是哦，它上面有步数，就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所以这张很神。好，那我就先来分个阵营，我们七个人的话，我看一下七个人身上就几张什么牌哈。好，七个人，我要当龙，只用说当龙，你要当龙。哎，这几张要不要洗一下？那个要洗，那要洗，那要洗，对对对，洗起来。我跟你讲，我洗完之后就是我第一个踏龙了。龙之子哎、欸，是龙之子，龙子哎、欸，龙子。哎、欸，这边不是叫我看一下、啊、几张牌？然后大家先拉出看哪要哪些牌。对，嗯、對你等一下要收。为什么會有这么多奇怪的牌？蓝色牌太多了吧？哇，这是拱手啊，这是好人啊，这些都是好人、啊，好、嗯、人、啊、坏人。那蓝色好人三，对啊，蓝色多一张，怎么那么多？好，也不算坏人吧，就只是阵营不同吧。对啊，这是间谍、啊，对，他是间谍啦、哦，他就是分一般人跟间谍跟自私的这样子。嗯，我看一下，三个三三一一一一，三三一一一，哦，啊，对，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十张牌、哦、就全部这样子，然后去洗，所以也有可能这一局没有间谍，或者这一局间谍一堆这样。嗯、对，好的。好，就直接用那件发的，内件发会不会也是五个打两个啊？很有可能，有可能，对啦。内件推，好、哦，我要怎么看牌啊 ？F 啊，他在你手上了，在你手上了。啊、嗯、啊！看完之后记得放在桌面上，放到啊，哎，要盖起来，再放盖起来。那怎么盖啊 ？F F F， 它要是一个盾牌或是一个斧头的样子。对，盾牌斧头形状，再拿出来放。有手就不行了哦。对，不能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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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把它盖起来。我不要放。所以黄色阵营的是我跟酱油跟团团，还有小雨。嗯。你们这些也是繁星、银月跟杰克。嗯。你们真的是好人吗？自己选角色吧，自己选角色。你们真的是好人吗？是啊，肯定是啊。会叠起来，胖胖，角色跌倒了。当然是你，我要拿有成的徒弟。
啊，掉下去了。角色自己选一个人，啊、等一下应该没有那个人头，没有牌子。对，没关系，那就自己选一个自己的角色，黄色的，黄色的，我要黄色的。啊。他好像没办法叠上去，我觉得等一下要走要走的时候再放好了。好啊，走第一步之后再走第一步之后再自己放。对，因为他好像有规定。缩小呢？缩小会叠在一起吗？缩小会。缩小有人跌倒啦。没有，因为他可能是为了要让牌放的整齐，所以他都设定對、啊、一格一格。哦，可以了，没办法。等一下，你把那个中心全部丢到中间给我啊！不好意思，拉错了。好。为什么男生都特别小？谁弄的？怎么有些特别小啦？我刚刚有调啦，我刚想说小一点，然后叠在一起。这样你要框起来取消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对，磁铁那个、哦、取消他狗的哦，greed。OK， 好有了，耶、yeah ，缩小。Okay, 我要记得我是这一个，自己记好，要自己记好。我是哪个角色啊？我是最左下这个。你是哪个、啊？我要，我是这个。你就自己认领吧，自己认领一个有袍子的巫师袍的。我要牛角，牛角。我是慈祥老矮人。我看一下我慈祥老矮人。你按那个按 auto, 按 auto 它可以放大。放大。他们在自己的牌上面放一个，复制一个上来放啊。我好像一只猪哦。嗨，你怎么可以说自己是一只猪？复制好像只有你能复制的样子。对啊，我们没办法复制。怎么复制啊？这房主可以啦，房主可以。那个谁的牛角的？哦，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的，认领一下，认领一下。要怎么放大旗帜啊？加公加加加。对对对，那个base bay 旁边。哦，等号啦。你也太大了吧，放大一点。阿弟太大了啦。咦，这么大，这样就比较看得清楚一点了。超大一只。那我们等一下应该顺时针的话，如果酱油最后的话，那应该就小雨先吧。小雨先。对啊，这样酱油最后一个会比较知道我们要干嘛。可以啥呀？好，首先等一下，我现在先移掉一二四张，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张是从直接游戏中去除掉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牌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牌是没有的。有趣、嗯、哦，有可能。啊，这个牌我放边边好了，免得掉在那。放这边吧，放那个。放那个团团旁边。有啊，上面那边就上面那边就可以了。哦，好，小雨那边就可以了。对啊，好，看到就洗牌，发四张，一二三四。四张哦，牌怎么是倒的啊？对啊，怎么牌都是倒的？这个没办法。还有像你倒的看不到吗？看不到，会。你不要拉出来哦。你可以自己转它，放上去刚好是直的啊，不然你再转，等下放出去还要再转。对对对对，他可能也是为了要让那个吧，让大家比较好放。嗯。哎，怎么转？按着住滚轮，按住滚轮。嗯 ，Q 也可以了。Q1 好，那就小雨开始，小雨先。好，那我开始。嘿，我看看哦。好，哇，这个我放在这边。哇操！哦，哦这样放的、啊，哎呦，是不是？哦，没事。好，那小雨要补牌。要补牌。它的框大小是对啊，怪的。这那个比较大哎、欸，嗯，强迫症没有记得下一张再出。小雨，我看你的牌。好啊，你看我的牌。弃牌堆。好，我这样应该放进去哈。我喜欢矮狼啦，有有有。哎呀！哎呀！哎呀！他妈大鸡哦！他妈大鸡！你要信我啊，他妈大鸡！我相信你。好了，换杰克。我吗？
那我也来看一下好了。你要看谁？我要看团团。你看我，你为什么看别人？我为什么看别人？你很奇怪哦。团团，你奇怪哦。蓝色，注意一下，蓝色。头摸大鸡，头摸大鸡，头摸大鸡，你也是头摸大鸡。头摸大鸡，头摸大鸡哦。我刚，这边嘛。水哦，水哦，换我。嗯。我没有得看啦，我这比较好，我是黄色嘛，我走这边。嗯，一刀啊！你卡住了，有人卡住他了。没有，那个人卡到他，人卡住地形了。嗯，人丢上去，好，这样子。哎呦，你也是好人呢、欸。哎、欸，对，我刚刚没有移动哎、欸。没有、啊，我们也没办法。他怎么动啊？哦，对，你可以，哦、对，你可以啊，也。我刚刚动一个，然后你动，我动一个。你很胖哎、欸，你很胖、欸，你直接挡住了、欸。好爽哦，谁盖的？好，我这里。好，那下一位，记得补牌哦。先丢牌再移动，对不对？对对对对对，丢牌移动补牌。胖子，挡住了，挡住了。晃的，哎下架了，没有，少于没有牌，没有得出就人七，对不对？对，是蓝队，不是我是黄队，七二然后补二的，来吧，我们建起爱的桥梁吧，接通了，牵起来了呢，然后就抽一张，对不对？对，啊，移动然后抽这样。对啊，还可以动哦。那你要先破就可以了。干嘛？给我干嘛？送给他几张？没有，送他几张牌？我放回我家了。等一下。好好好，没有，我看一下。记得移动。我是谁？最多三步哈。走三步。哎，谁动我的？谁动我的？很抱歉。哎，还有你那里跑？哎呦，跑很快哦。我来捣乱喽。哈。捣蛋鬼，别捣蛋。捣蛋鬼别捣蛋，月换我，我的回合，我是这张卡啊。好了，我没什么可以放的，我先放这里好了。你在那边录在蓝队，你看蓝队是不是都垫底啊？我是不是走比较快？蓝队怪怪的哦，蓝队的那就有石头位过不去，我里面还可以放啊。你看蓝队好多内鬼哦，蓝队怪怪的你来啦。怪的，一张牌，好，酱油懂了吗？换酱油，你先出一张牌，你先出，我出一张牌，你就先介入，哦哟，哎呦，好矮人哦，这样可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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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十字，可以啊，然后他是 T 字路，没有，没有啊，他是十字，我介入了，然后呢，我走路哦，走路，你可以走最多三步，对，那我走到这，哎呦，然后抽一张牌，这个吗？对。好，就这样，补牌，一回合就的动作就是这样而已，就这样，这么简单，就出牌、走路、补牌，就这样。对，好，来换小雨了，再来是偶了，嘿，嘿，我看一下，好啦，接路啦，接路接起来，这个路这么的通哦，一二三啊，走过来啊，路呢？等一下，前面是飞龙就好笑啦。好，来结束啊，换我了，是不是？我看一下哦，我觉得我们感情可能好一点啦。来啦！哎呦！我也走到这里嘿。可以，不拍不拍，放我，不拍。啊啊！接，哪次不接？哇！挡住啦！三，他走了，我走过来了，有一张，可以，下一个，哈吉，我走。这里，石头路还只能一个人走。你还石头，你还敢放这里？还放这啊？走到这里，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哇，不好意思啊，这个很明显了，他应该是偷的人吧？你看我是拿错，你是拿错了，拿到繁星了啦？你为什么？你的心灵对不对？我在哪里？哪一个？
这个，你的心在蓝银啊，阿锦。对啊，你已经被发现了啦，你已经被发现了，错了。哎、欸，请问那这边是随便放对不对？所以我放了，只要这边接起来就好了，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好，但是人要走到这边才能翻这个牌。对。所以可以一个 L 型过来吗？可以啊，好好，可以啊，可以啊，啊这样就他们就要另外开路啊，好啊，就是要再绕一圈，哈记，对啊，就要绕一圈。你好，我想一下，究竟是自己的还是敌人？纠结的矮人，没有，因为，还是其实你跟他是。偷摸搭机没有，我在等哈记抽牌，我是这个意思。好啊，出牌了啊！ 好啦，来啦！哇！玩起来！坏人啊！哇！来，我往前走两步，抽一张。哎呦！哇！哎呦呀！太过分了！这太过分了！换我了是不是？对，是。哎、欸，大幕变小了，越来越窄了。太夸张了。这样才可以，这样才比较那个。哦，懂了懂了。是。你要干嘛？我放完牌了，在这里。他不让我们走。好坏哦。我们那个石头代表是哪一个人走？对，有人在那边的话就卡住了，这样子。坏人，坏人，坏人，过不去了，准备死了。换我了，换你。哎，我问一下哦，我觉得，雷只能劈在没有玩家的道路上，对不对？对，好，我想要把哈基劈死。劈爆他，不行。这条路。不好，你不能这样吧？你不能这样吧？欸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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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因为我动到一半。哎、欸，你干嘛？这条路为什么？这条路真的死了。你们的本意不是要让他，不是不要让他去过去吗？啊、这边就过不去了，干嘛？可以过去啊，没事啦，我们走这边。酱油，你到底是我们的突破大吉？酱油，这边过不去。对的啦，我们是要去这边。你要去哪里？我们想来这里吗？这边是地图边界。然后地图边界怎么了？就出不去了。过不去了。要走往下，然后再跑一圈。这边只能这样，这样子穿我们走到另外一边啦。酱油，搞酱油抽一张吧。我是突破大吉。你们黄，你们你们黄队有间谍啊？好，这边间谍抓出来了，抓到！哎，换小，因为我出牌可以出超过一张吗？不行，一次一张，只能一张出一张，或弃两张，一到两张。你弃两张可以抽两张，他自己不能离开那里了。不能离开了。好啦，剩哎拿错牌了。哎呀！哎呦！哎呦！矮人，可怜的好矮人。哎，矮人一定要动吗？这里，你也可以不动啊。哦，哈基，你是不是想卡在那边用雷劈，然后走过去？哈哈，还有两回合啊，还有两回合。哎呦，换我了。他就等我们都走开啊，有没有？哦，雷，我也不能一次出两张啊，雷劈就是不能的。好人，耶！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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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换我，我也是个大概吧。还可以啦，还可以，我是懂你意思啦，我懂你意思，可以。哎，等等，等等，我谁拿我的东？哦，不是你哦，不好意思，哈基拿手，你把哈基拿手了。没办法，哈基推轮椅哦。啊，我在哪里呢？你在哪？你是少下？你是这一只啊？这一只？是这一个啦，对。一二三，我太小了，看不太到。你太小了，太小看不到，太小只了。来了，下一个啊，换我是。你要干嘛？你要浪费，就是哈基，我会放这边。有没有刚好一个T？放着，我就放着。
你放这，他要说巨龙，你是同我打击吗？你才是吗？哇、oh, ，我不相信，你才是吗？你要相信我，我是好人。我不相信你。哼，这路是怎样？怎么说？怎么样？不行吗？大路了，康庄大道呢？走了吗？啊，好一张，在哪里？那个等下排骨没的话就是这个吗？是没了，没就没了，就没了。对，是这么吵了，剩六个，因为我们人很多啊，我们人很多，快没了。嗯，不会换你的。换我了，那个、欸、怎样？你要轰了是不是？大家不要这么激动啦哈！哎呀，巨魔，哎、巨魔、哦，休息一下啦哈！哇，隐约的阵营很明显哦，对，要到他才会解禁。对啊，我先走路，一二三，这里好，然后补牌。换导游，大家不要惊慌，我真的是好人，我要证明一下，我研究一下怎么转他。哦，我真的是好人，哎、你是好人呢、欸？对啊，走三步哦，一、哎、对二三，你相信我，相信我，投你一票是不是？投我一票，谢谢大家。好，欢迎小雨。好，我想想啊。啊、这个都下来了啦，这一张啊，这个只能丢在没有人的地方吗？什么意思？雷暴吗？没有，陷阱。这个这个这个哦，陷阱，陷阱。对，我记得是，就是它没有人的地方才行。它其实要放在那个啊，还是我把那个解禁？什么意思？把那个拉拉可以啊，都放在头尾这样子、啊、也是可以的。它卡片的那个边边之间哦，对，就是那个路口就对了。嗯嗯，对对，那你解禁一下好，反正它两张而已啊。好了，可以可以了。嗯。还是放在这样子，挡在这的这样子。哦，好好，那我理解。这里这里。那我要挡，嗯，要挡哪里啊？想一下哦。要直接拿这里的是不是？拿这里的，这拿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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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哦。小雨，我们是好人，这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刚才看小雨怎么放啦。不是啊啊！这边都巨魔挡在这边了，大家不要走这啊！没、啊，下一回合就可以走了、啊，下一回合就可以走，这下一回合就可以走了。回合他们大家都可以再过去了、啊。你要抓巨人啊！你不要哇！好吧，叠两层喽。你说好的跑朋友嘞，之前好像可以叠啊，之前有不是他们打是啊，因为、我想一下、欸，还是不放这里，我想一下放哪好、欸。其实你放没差，因为卡片没了啊，不会有新卡片了。对啊。对齁，没有新卡片了齁。你会放好玩啊。啊，我想想。我们可以当你没放过这一张吗？可以接到只有这里耶，可恶。对啊。啊，可能会害到自己哦。对啊，不能先走再放吗？不行，放完先走，你要先使用完卡片。啊，那我放在矿坑门口。那里是可以的，可以的。对吧？放矿坑门口啊。好，那我要走了。我想想，好，我来这里。啊，小雨哦。好，我来一个刺激的，好不好？来，我来看一下那一格里面到底是什么鬼哈。其实里面是龙。抓龙啊！龙来了。啊，合成这样子，天啊！怎么笑那么开心啊？是不是那么开心啊？哎呦喂呀！哎呦喂呀！矿物了！哎呦哦，我看看哦，我要移动到哪哈？嗯嗯，啊，我到这啦！看来那个有问题啊！有龙啊！团团放哪里？有龙啊！我到这里啊！哦哦哦！到这到这。几个不要玩啊！快跑啊！现在哦，那我让这个游戏变难玩好了。你干嘛呢？他干嘛啊？奇怪，玩到不要玩啊！大家都不要挖、啊，不要玩啊！大家都不要挖矿啊！不要挖，都不要挖，大家都不要挖，奇怪、欸。我问一下哦，他这个有是要有这个道具才能过，还是有人有绳子？有人用就可以了，去解锁，要有人丢才行。封印出来，嗯啊，对，好换我嘛啊，
大家都卡一次啦。对不起，问一下，是那个阵营的钱是大家一起发还是那个人而已？阵营的话是一起发，自私的话就是自己的。好的，对对对对对。哦，杰克、啊、被龙咬的话，被龙咬的话是单人被咬，对，单人被咬。钱在哪？哎、欸，那请问那个像道路被封起来，后面可以放路吗？嗯，还可以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先放，可以先放，只是先走不过去。好好好，好，阿导游你要干嘛？换杰克。好，我结束了，我结束了，他结束了，换你，他来这里了。换我嘛，我来偷看牌啦啊！我看看，判阵营哦，哎呀，换一个看啊，看。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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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你就拿两块钱吧。我你们先盖路。没有啊，我投夺这。好，好哟。对，我推荐大家先盖路哦。按我了。还剩一张牌，对不对？对，太好了。我还没抽牌，这是我的。去。哦，那没了。太好了，没牌了。现在是要死是不是？我要来喽。好，我来救弄死大家！我来救大家了！耶、yeah! oh, ！是啦，然后下一个又把他挡住，下一个就把路挡起来，我直接那个康庄大道直接开到底。我来，这个休息一下。好，好，欢迎云月，我觉得云月要读起来了。去我就是，你们都这么说了。我知道把它堵起来了。哎、欸，没关系，我还有要传哦，我还有传，要传传。至少他不是走康庄大道。酱油，你有传的话，没有传传、欸。那哎、欸，我想问一下哦，那个劈那个雷到底是干嘛的、啊？你可以劈掉一张卡，劈掉把路、啊、那我可以把没人占的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啊，我虽然没有传，但是我可以把它劈了， yeah! 把它劈了。我要丢哪？丢最旁边的，丢这边棋牌，这边这个啊，这里这里这里，这个也是啊。嗯，哎哎，好，这个巨魔拜，好，巨魔再见。好，换小玉了。好，换我了。我不能去哈记的那一个、欸，对吧、啊？我只能来这里。哦，好，没关系，没关系。三巨龙，巨龙，巨龙，直接翻是不是？二打一，二三，巨龙，巨龙会咬死我！血龙，我都没分，还要负两分哦。好像没有，他没有巨龙挨那个。龙啊，龙啊，不是啊。这样要怎么挖矿啊？对啊，停下啦！别挖了，那个陷阱是怎样？这个啊，这个不是很安全，走了啦。这个、啊，哎、欸，不是那个，那个应该那个顺位应该是哈基会拿走啦。可是对啊，不止一个吧？哦、除非他是刚好痛苦，是啦，那就没办法。可是还有两个，这两个拿不了了啦。对啊，可是拿不了了。你要从这里开始接。太难了啦！除非又有雷暴啊，不是可以直接走过去吗？只会扣一张牌而已。对，扣一张牌。对啊，嗯，扣一个手牌，反正现在上线的没牌抽啦。对啊，现在没牌抽啦。现在上线扣上线也没差，冲啊！好啦，我冲了啦！我看一下人好不好？你要看哦，我要看他记得。你要看人啊！看他记得。头打击，呀！去看来不是我走到这里啊好等下我看一下一二三我走到底好了啦我走到这好不好一二三五个对我五个好换杰克然后我大家就看这个洞穴就好了啦其他东西不用看了
我想你想要干嘛？队友，队友，我看他怎么接。没有啊，你们的举动看起来超不像队友的啦。我们大家都是同盟打底。来啦来啦，这样好不好？队友，好好好。对哟，去哪里？对哟，走人咯，我走了，一二三四五。嗨，等等，嗨，来的我啊，冲了啦，哈气，冲！我先出一张牌。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哟，对哟，看一下哈，这个能放哪里呀、啊？好像没地方放了耶。对哟，要放什么？你想放哪里？要放直的、哦，这边啊。上面啦、啊，这里啦，这一块很空啦。好了，不出一定要出牌而已。要要不就弃，不然就弃一张啊。出牌了啦，队友弃了啊，队友。然后我就直接硬冲过去，冲啊！你要再丢一张，丢一张牌啊，再丢一张了。没有上限，上限减少啊。哦啊，你现在留三张这样，好，开了啦，开了。宝石只有一个啦，拿走了。啊，那这个要转一下，要合理的话就是这样了吧？嗯，什么意思？宝石只有一张什么意思？这里啊，就是这里的。哦，懂了懂了。刚七张只有一张是、那個。对，队友干得好。臭矮人。坏了。换，换下一个哦，那怎么办呐、啊？我的牌，就跟你说这个游戏不用玩过去的啊，很屌啊，你可以老走远啊。哎、我放这张就结束了哎、欸，哪一张？哪一张？让大家一起死哎、欸，这边啊，好来啊来啊来啊，真的吗？放起来，直接下一局了吗？放，没有啦，还是要把牌出完，没有啦，还是要把牌出完，就大家牌出完就结束了。哦，好啊，一起出啊，好啊，好，可以。走不出去啦！还是有路，还是有路可以走，还是有路可以走。走你说巨龙降到回来哦？没巨哦，我要移动是不是？没有，嘿，啊，不是可以没巨巨龙只有第一个碰到的会受会有事而已。哎，小雨怎么有尸体在这里啊？哎，没有啦，我只是受伤而已。还没死，还没死、啊。嗯，对。啊，两个巨龙好伙伴，你们就乖乖在里面吧。哭啊！路断掉了、啊。哇，我还有牌可以出啊！路断了。等下降了就出一个好牌哦。我没有牌了呀。啊欸、有个十字结是不是就可以走了？这样，因为我们不是朋友吗？啊，没事，我把路打开了，新的路上去就可以走了。是这样没错、哦，对呢。要十字才能走、欸，或者是、嗯……我有十字，我有十字，相信我。那要轮到我，换导游。哇，哎，如没有牌怎么办？丢一张、啊，丢一张、啊，丢哪里？直接丢弃牌区，撕掉它。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走到这吧。我现在只能靠你们了，同盟打击各位好朋友们、啊。哭了，我们真的哭了。那小雨，换我。有路接吗？我没有路啊，啊！我想一下啊、哦，哈基在这里是不是？对，哈基是不是？对，对啊，怎么了？你干嘛？你干嘛？哦，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弄死他吗？不是，我没有东西了啊！你要出来啦！你给我永远待在里面啦！不是啊，我手牌上线，我现在三张，我先出去。不是、啊，本来就会少一张、啊。没有啦，他乱出了。不是啊，我也没有东西出了、啊。他没东西了，这里会不会比较好啊？啊，不要啊，这边是我其他头摸他机啊。对啊，我要、啊、我跟小孩是同摸他机耶，就他是坏人了嘛，同摸谁机哦？然后所以小雨动完了吗？我没办法动了，关住了，他被关起来了，我被关起来了。我是这个嘛，好，我到这里，你没有出牌，然后我要弃一张牌，弃这张。好，我是好人。好，换我吗？我等下救大家了。我把路接上，我做这个这张啦。哇！看你们有没有救啦，我不知道啦。还有触手哎、欸！哦，要传。然后你们啊，下一个是法兰西。你要走吗？我在跟小雨在跟龙抱抱，他们都在龙区啊。哦，对了，除非你有船啊，或者是你这边要接。啊
我在这边啦，我在神之上，神之区，哦，在神之区。你要雷爆他、哦？哎呦，哎呦，开船喽！他要让雨月去拿啦，去吧，冲啊，去吧！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自私的还是个，打开自私，换我了吗？对，换繁星，我来啦！开矿喽！哦，黄金，黄金，选一个，挑一张，选一个，二选一，然后再出一张嘛。你还没放牌吗？对对对对对，你可以丢牌。有人要斧头吗？丢这张啦，没张，他不能丢了，什么鬼？不能丢了。放这里。哎呦，他斧头刚酱油丢掉了，刚刚酱油好像丢掉一张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还能继续。好，换我了。好，雨月，看一下，你是好人还是自私的？来个金矿。剩下这一个矿啦！哦，是走过去都可以哦。哦，对，停留那个是银矿，容易死。这个是银矿啊！哇，照理说走，只要走到那边就可以挖矿了。对，你要停留在那边。看他有几张就可以挖几次。对，现在只能挖银矿。丢一张牌，丢一张牌，丢一张牌啊！这丢一个没意义的地方，好，放在这里。那不能接，不能接啦！你要接这里后面。好好。很加油！啊，我现在该如何戏鹤？如何戏鹤？个戏鹤！你不是说你还可以吗？你还活着？砍了，我把它砍了！哇！你有两把斧头，小护士哎！小护士，一二三，那该怎么办？我站这吧。好，你站这可以啊。哇，小雨有办法吗？我没有牌啊！完了！哇！我想想，我想想，干了啦！我不能干嘛？哎，这张是可以看人的身份，对不对？对，看没有，这个是看矿物哦，在矿物或者是那个宝箱矿脉。啊，那不要。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哎。对啊，对啊，看一下哪一张比较好啊，分数比较高。不知道啊，我不要，我又拿不到，我现场唯一捡二的人，我看屁哦。我看屁哦。我想想啦。好啦，你们就给我待在矿洞里面，不要出来了啦。啊，水啊，可以可以，这个我觉得可以。好，你们就一辈子待在那个金矿洞。我们再挖一下，说不定可以挖到第二个金矿啊。对啊，你再挖，你去挖嘛。对，我挖。哎，杰克，哎，你有没有路啊？在这里。我吗？你看你放手，我造什么了？好，来我。我放这个啊、哦！等一下，我很久。哇！他这只有直的，或者是另外一边的。我人在这啊、哦，一二三，我就先在这边啊。好啊，那、那我跟你讲，我走路好不好？你刚才引火吗？可能。对，我在引火啊。你可以走、啊，可是我不想要走五个啊，因为我这边这样子，下一回也可以走五个。哦，好哦。嗯，很不好意思，我做这个。也可以，也可以啊，是的，你可以放这边，你可以放这边。哦，它只是十字吗？对，好可惜哦。哇哇，那你那个，你可以先接在左边的矿道那边啊。不行不行，这里不行，不行不行。那你就先留着啊，你先留着吧，你先留。你弃，我留就要弃了。你弃另外一张，你没有其他第一张啊。你想搞是王牌吗？你是想搞的？第一张是王牌。七张了，不要，我要接在这里。哦，好了好了，开心就好，开心就好。换我，我没听。我现在在，让我移动，我要移动，拍谁？一样，对，移动一下。为什么我去哪都被困啊？不能弄耶！阿纪，等下救你。救我？不用救我啊，因为我再一回合就不能动了。我等下就不能动了、啊，反正我们不能动嘛。对啊，我们在挖矿哎、欸，那就加接一些无意义的牌了。结束。好的。不移动，你也动。不移动，你动了会死。放船。船。阿纪，我来了。
你旁边的路可以走喽，结束喽，有路啊，可以回家喽，换我喽，换我喽，我要划船了，但是没地方好划，我可以在旁边划船，在旁边休闲呢、啊。哦，导游你有路吗？我补个动作，我补个动作，手牌都没了，都不能动。你刚刚是没有动还是什么吗？啊？他怎么了？阿纪，我这个啊、哦，没有，我先补一下。就是我刚刚经过这个，他我刚看一下规则，是立刻一定要先弃掉一张牌哦，是马上弃哦，过没了，对啊，所以你应该就是对啊，所以对啊，所以你应该是要再上一张，哦，好强哦，这张牌，所以只有两张啊，嗯，对啊，好，酱油当时，我刚刚是问手上没手牌就不能走了吗？哦，对对，手上没有牌就不能走了吗？对，可以走路啊，只是你不能盖，能不能走，连走都不能走。不能走了哦，不能走，一定要出一张牌或者是弃牌才可以走路，所以才说这个很强啊。嗯，因为你看，像哈基已经没牌，他就是完全不能走路了，对吧？如果你在回合开始时没有手牌，你就会直接被跳过了。嗯，哦，对，萧玉这个很神，抽到两张是什么鬼？我也不知道。现在刚开始，酱油手上是有手牌的，所以他是可以走路的吧？对啊，他可以啊，他可以啊，对啊，你快走啊！哇哦，所以换我可以走了。对啊，但是你要先丢牌啊，你先丢牌才能走路啊。我已经尽力了，各位朋友们，我什么都哎、欸，我什么都没了。你可以砍哈基，那你就丢掉吧，你就丢掉然后走路、啊。对、啊，那就丢掉。走路啊，你可以拿绳子勒死哈基。接招吧，接招吧！啊，我真走到这了，你们加油啊！我不行了，我倒了，没好，应该都不行了啦。小雨也不行了吗？没有啊，我没有这个啊。哇，我好想看一下这个洞窟是什么。哇，一定是那个巨龙，居然是这个，我真是想不到哎、欸。巨龙对不对？巨龙对呀、啊，另外一只龙，怎么杰克龙啊？杰克希望放在你身上了，好不好？啊，我就这个啊，我就说了，他就你干什么？哦，对呢。哎呦，我这里我走不到，我跟你说，等一下，杰克是不是走不到？步数不够啊，步数不够啊，白痴哦，杰克走不到、啊，杰克最后一个了啊，对啊，接着，对啊，大家都挖不到，挖不到啊，这是哦呦，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人挖到矿、欸，太好笑了，哎、啊，欸、两个啦，有啦，三个，三个，他们三个，他们三个啊，先抵吧。先底牌吧。好，现在先底牌、啊。我是蓝色阵营间谍，我是好人，我是自私的海人，我是自私，我是黄队的。靠腰，你说对，我是你是黄队的。我是哇，白蟹，我抢到一个了。自私哦，赞哦，繁星赞呢？啊，分数要亮了，所以上上分的话就是黄队的目前共享的有谁？小雨。小雨团团跟我团心，对，我们是几分？这个几分？大家看，四分，那就是小雨一分，团团一分，繁星两分。哦，但是小雨又刚扣二，所以直接归零，你就归零没了。哦、好，你们记一下，然后再聊黄队的部分。黄队是我跟允月刚好都是共享的，蓝队对，都是共享，然后分数加起来是5分耶，9分，9分，那就是我这边5，你那边4，嗯，因为这个这张牌是我的，然后。均分之后呢，多的是我自己。啊，好了，所以这边是5分。好，我保护的。我没分呐、啊，我一分啦。杰克，这有办法那个吗？整个刷掉？刷掉就要整个重开一个新的。对对对对，好。好啊。好。啊，请下框来的。好，有了。好，我把那个全部把它剪。写加5。啊，我只有加1啊。零分。奇怪，我刚刚看杰克不是自私啊，为什么？没有啊，你没看我啊，我没看杰克啊，没有，你是看我是看小雨跟哈基，对对对，哦，对啊，记错了，切，是我看你的牌，切，记错了，然后 ，read， 好，忘记啦，这样会了吗？嗯，没有没有笑。那个扣分跟大家讲一下，扣分的话就是直接归零啊，扣到负分直接归零，扣到负分归零，对对对对对，就是直接归零。你们还想要我负分啊？来哦，太残酷了吧！哎、太残酷了吧！哎，抱歉，我没看到，再一次。
再次没看到。再次。哎呦，我怎么好？哦，对啊，自一自然三三黄。对啊，怎么都是这样啊？我怎么每次都是在？每次都是在多数方，可是感觉都不是好人。对呀、啊，我们刚四个就是只有两张是我们自己，一个还是间谍。真的，哎，黄色的，哎呦呀，打架了！哎呦，大家的捡便宜吗？现在这个画面啊，捡便宜了，捡便宜，捡便宜，捡便宜，这个了。好，我要捡一模一样的，当去捡一样，当清醒分。蓝色，蓝色也一样的。我要当好这个，哎、欸、啊，开始开始，按到按到，啊，你 reset 没事 reset 而已，嗯，要复制一份，啊、要复制一份，要复制一份，那先丢中间让杰克复制一下，嗯，把我丢到中间，感谢，这个是没人的，啊、这里哦有了，哦这个放大放大，嘻嘻嘻嘻嘻，是是是，哦。好，我就我拿这个。好，拿这个。什么没有？没有啊？啊啊！进来一刀，对对对对对。嗯。呵。好。啊，这是谁的？我的那个锤子矮人。好，我的我的，这只看起来像猪的东西。看起来像你每个都像猪。像猪我哪一样的、啊？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你是巨龙啊！直接挡住你的头像，你知道吗？你才是巨龙啊！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回来了，回来了！太大一个。等一下，气排队在这里。好、嗯。好，好，超排这里。嗯。好。老子拿走，这放后。哈！哇塞，这是什么鬼？哇哦！四宝石两个，银矿两个，金矿三个。哦。对啊。我的天哪、啊，平均、啊、看起来蛮平均的、啊，对啊，这个都很平均啊，这次都很平均。那谁开始？刚刚谁最多分啊？就自己挖最多的，就那个人先吧。五吧，哈基啊。五啊，我先的话是哈基，那就哈基先啊，哈基先。嗯，好好。我觉得给巨龙先好了，巨龙啊，巨龙啊，对啊，巨龙最衰的嘛，对不对？巨龙啊，巨龙的，巨龙快气死啦！巨龙铺路啦！哎呀。哎呀，我是好矮人、啊，你是好人哦，我是好人啊，康庄大人啊，好，好，巨龙真的是好人吗？巨龙都没挖到矿啊，想挖矿了，只挖到巨龙啊。好啦，我好奇看一下，你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这个耗子为之吗？看来又是一条龙了。哎呀，又龙了啊！哎呀，好，哎呀，换我、啊。这样笑就不是啊。难说真的吗？我很想上去，但我需要路，好吗？蓝队的，给我一条路上去。我的牌都好烂哦。我跟你讲，我才是蓝队哦。哎呀，你们都蓝队啦，两个蓝队是不是？好啊，对、哎，那酱油自己被霸凌啊，酱油没朋友啊，那我要毁了你们。阿弟，没有，就酱油是自私矮人。阿弟，我虽然身在黄队啦啊、哦，哎、欸，等一下，你心在蓝队是不是？等一下，对，阿弟，你黄的你是在哪里？阿、啊、我们黄队只有三个人，三个对啊，正常、啊，牌面上不是四个吗？三个、啊、没有三个啊，旁边有四个，这个没有啦，这个白痴啊，那个是别的啊，哦、白痴哦、啊，我都把它拿去旁边了，哦团团哦，没有啊，那不是我放的，哦，没事，抱歉抱歉抱歉，好走吧，我其实是个好矮人，但是阿基我们上去，其实你知道我你是骗子，你怎样你怎么了我怎么，你们可以这样子接过去，这样子可以，这样可以，完了巨龙巨龙，完了巨龙，那你先走，第一张你家先走。然后我先接路，我在这边啊，我在这边啊。好，好，好，这样也可以哦、喔。可以啊，可以啊。哦，可以、啊。我以为要铺路才能去搞他们，所以刚才走过去的。好，没有关系。好的。你想铺哪？你可以乱搞、啊，都不要走。对，真的、喔。路合理就好了。好。嗯。要不我们上去了，哈基。啊，上去什么？上去找他们。他们要过来。好好好好。要不要？我不知道，你看你，我不知道。我跟你讲啦，我是蓝队的、啊。对啊，我说要不要去上去拿、啊？
是蓝队是不是啊？对啊，那么多啊，超多蓝队。配置是怎样？配置哦，三个好，然后一个自私，一个间谍。哦，两队这样。OK。啊。我在哪里？怎么可能两个都在？要骗人啦、啊！之中出了叛徒，结果酱油才是叛徒。你们讲半天酱油是叛徒，有发现我们三个根本就是好人，有没有？都是同一个阵营的。对，分明就同一个阵营的。好啦，繁星要拿牌啊？对耶，感谢你。感谢。繁星放了，哦，放了，放完了，他放着。好，换我啦！我在哪里？你了，终于轮到我了。对啊，轮到你了。好啦，我是好人，来。哎呦，哎呦，哎呦，这局打得很好哦。水哦，太大了啦！太大了，挡住了。好抱歉。啊，导游哦，导游。我想一下，我觉得他们都说我是间谍，可是我明明就很好人，我需要为好人做点事。赌他的不对、啊、你要为黄队做事吗？这个是谁？那我们要去砸飞尸啊？不行不行不行，还要横这样可以吗？嗯，对。哎，他怎么歪了？再转一下就好。哦，你要这样子。好像也可以哦。我是好人，男生是我的，所以我先走到这，等你们啊，好朋友们。好的。好。我换我了。请不要背叛我。想想，这里应该，这里到底是不是都是好人啊？天哪。都黄队的啦。先放。都是黄队的。哎呦。拿爆，直接拿爆，哇。可是我不能，第一个是谁？我做不到啊。我只能一二三，我只能在这里。哇，你人很好呢。我说我是好矮伦呢。好，哇！哎呦，那你要拿两个都是一个自私，一个叛徒。我要看你的身份哈。你是不是在看人家？你有出过牌啊？对啊，你是叛徒。我刚刚忘了拿牌，我可以补拿一张吗？拿。哦，云月，我们是传播大鸡啊！传播大鸡是不是？是啊，传播云月的鸡。云月他还骗你，他还骗你。云月他还骗你。没有，我听到。没有，没事。哎，杰克，换我。我好怕里面是一条龙啊！但是我可以直接到啦。可是我好，我不能直接到。你不行啊！你不行，你会停在他前面。音乐，相信我，真的。你看过那个矿坑了吗？我看过了。他刚看了。好。他这一看巨龙的孩子。你等一踩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好朋友了。音乐，相信他了，音乐踩下去就对了。你要相信我。还要是杰克啊？相信他，里面是一条龙。音乐，我待会救你。音乐，我先救你。嗯。哎呦，坏人，坏人，他真的坏人啊！他救云月啦，他保护云月的分数，他不是坏人啊！屁啦，不是太差了。你等一下，你可以看到那个矿坑是什么，你就知道了。有危险？不是啊，他就坏人啊！对啊，杰克坏人。没有，我先保护云月啊，很明显。没有，对，很明显。很明显，坏了。没有，他记得我们上去是保护的动作哦。那我可以拿雷劈死他吗？踢爆他！哎呦，去吧，好吧，结束，阿汉反击，这里路真的很精彩，不得不说，就是快到矿坑口都有奇怪的路。不是蓝色是勤奋的矮人黄色去吧！哎呦，哇！抽一张，换我。抽张。好了，我帮黄队铺路啦！来啦，来这个路给你们。哎呦！谁啦？哎呦！你要走去哪？我走完了。好，你走完了。好，那你要走到这里，走到这里。你会走一半。那我想走一半嘛。音乐招牌。好。
这样有没有往下的路让他们哎、欸，有没有那种？我们往下要那个绳子，可是我没有绳子，我再铺一张路好了，我们绕边路。哇，你是开路大师哎、欸！哇，对啊，我们绕边路嘛，辛苦点，加油好吗？你到这边会比较好吗？你看对面已经铺多少了，我们在干嘛？他们人少没、欸？哇，你们的路很坎坷呢、欸。哇塞，好多绳子哦！不是那个道路很坎坷，没办法，再等一下啦，等一下就可以修了，等一下就可以修了。找到绳子就可以修好路了啦，对，找到绳子就可以修了。哎、欸，那个我跟你们说啦，你们这边哦，台风来了啦，没有办法，树倒了。哇哇！好危险啊！哇！我要走到这里。哎、欸，等等，我走到这边，我走到这边，我亮。好，把我怕巨龙哦！要去找龙了，就要去找龙。你要找龙了吗？啊，找龙，找龙啊！好，找龙，找龙。哎呀，哦，哪一只？这一只，反正就这样啦，一样啦。好，巨龙没了，哎、欸，没有、欸，哎、欸，好吃，杰克，你这个坏了，你这个臭坏了，臭坏了，臭坏了，你这蓝队的坏了，这样接啊，不能这样接，啊，没有没有，可以，因为他是这样走过来，他是从十字路这里，我这里我这里走的，他从下面走，对，他从上面，你是下面的哦，下面的话，那你那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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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下这样子，就这样走，然后换我。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一直不动啦，因为我要这样子啦，我终于抽到张牌了啦。哎呦哎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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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省哦反省哎呦斧头啦哎呦斧头要砍起了砍了啦，我的队友在堵我的路啦，不开心啦。我要走了，这边不要了啦！不要啦，从左边绕了，抽一张，走了啦，走了啦，改道了，改道了，改道了啦！好了好了，改道了啦！应该冲啊！好了、啊，我先放一张牌啦。他你的坏队友嘛，我把他堵起来啦！我的天哪！都不要走啦！加油，你没救了啦！加油，好狠！加油，被鼓倒了。我有掉耳朵，哎，大家一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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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滚滚滚！所有人把他关在那边，超恐怖！哎，换我了吗？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雨月还没，还没要走。我要打矿，好，好，换酱油了，还好我走得快，不然他把这边封掉就完了。真的，走回去。我觉得。你们适合再绕再绕，你不能这样子。那你可以，你可以转一些，你要再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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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可以，要水管合理，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对，要水管合理，有没有？哦，那就通了。对，是它只能放这样。对，就是对长方形的，对的。啊，恭喜啊，恭喜啊！啊，你自己被困住了呢？对啊，好像他走不出来，出来啦。好，换我了。嗯，好啦，大家走啦，哎呦，走起来啦！哎呦呀，辅助好矮人欸，自己都挖不到矿。哎、欸，我好，我走三步，一二三，好的，对，好，拜拜。三到这里哦。好啦，那个酱油，张，哼。那个给你一线生机啊，但是你要有船。那你帮我放下面吗？好啦，他没有。那边，我想办法，我想办法。想办法，幸运女神哎、欸！可以可以，幸运女神，水跟你又有缘啊。对啊，水就是我家。水哦。我游过去，我游过去。水哟。嗯。哎、欸，怎么又有啊？你怎么又来啊？啊没关系，我也是顶多走到那一格而已啦。对啊，我们大家对啊，没关系啊。哪一格？没关系啦。往下或往上吗？那个啊。哦，嗯、剩最后一张卡咯。嗯，换我。嗯，最后一张，最后一张。刚是杰克放的吗？对，杰克、啊，杰克，要到杰克回合才能。那绕一整圈才能到他。对，
哈，那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绕一圈之后，这样不太行，这样不好。我一二三，三不行啊，不行啊。哈基，等我帮你。都没有赢过。哈基，等我帮你。我有转向卡。你转向卡？你要转向卡？把它转回去。那你可以偷牌吗？你可以偷牌吗？那有没有加两张？有。啊，等一下这边吃到这边这个鸡了啊！哦，哦，哦，哈，哈，为什么？怎么？为什么？你明明就有一个方式可以。对啊，你就可以两个都可以到。这样子对不对？可是这样子的话，下一轮我一定是杰克到他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过去啦。那我们也可以直接过去啊。对啊。如果我们进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先去拿。如果啦，如果啦，对啦，对，如果啦，对啦，如果啦。啊，没关系啦，就放吧。没事没事，好啦，没事这样啦。如果他的话，他杰克那个才会结束，那换我，那要到很后面才轮到你们两个呢。没关系啦，没事没事。不知道我到底是叠终点呢，还是逻辑打结了？好，没事没事。你看，我是不是说可以复制一张卡片？好哟，你复制哦。你要读哪？他赌那边啊，赌那边。好，大家都赌起来了。好，大家都赌起来，可以可以。哎、欸，我还没走。哎、欸，哈基，你刚刚有没有走？还没走，对不对？哎、欸，你要先走。哎、欸，对。一二三。好。行。音乐。耶。换我了，是不是？对。好，换我了。来，我还有一张雷暴。你要雷暴？你要打哪里？我打个。哎、欸，你打这里，他们就不能过来了、欸。可是凡希搞不好其实才是我们的好朋友哎、欸，等一下，好，可是凡希你们没有看过他的底牌哦，对啊，不是没看过啦，我只看过允月的。哦，我觉得他们两个一定有问题啦，那我就先赌一个嘛，你看一个过来，让一个过来一个不过来，对啊，去天哦，嗯，哦，因为凡希的动作比较奇怪、啊，哦，没办法，天气冷啊。哈哈哈！哎，没有牌了，没有牌了。好，导游，下一位。好啦，我反正我也干不了啥了。你要帮我对不对？看一下，我这是可以看什么、啊？你看上面的图啊，看后面后阵营。对，哦，所以矿坑不能看，对，矿坑不行。那我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是谁啊？我不知道，是我的，是我的。你抽到你里面，再翻哦。对吗？他笑了，他笑了。你这个笑是怎样？笑了，真的吧？你都笑得很微妙啊。是巨龙，我就说搞不好他说，其实酱油才是我们的好朋友。我没有笑啊，好啦，过。你们笑，我觉得这不是笑啊。我没有笑，奇怪，你们怎么听到我笑了？你们好奇怪。我看一下啦，我来拍笑。好好好，我看一下哪一张，我想一下。选一个，选一个。张了，看这张了。这个已经看过了，我看这张，我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就这张了。哎呦，你这个反应很平淡哦。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巨龙。啊，我在哪？我在这。哪个过来这？大家是不是都被困在这啊？对，就这个啊，两边都两只挡路啊。巨魔啊。好了。Let me think 哈。好。杰克，你也别想过去了。你有船的话再说。好，下一个。啊，有船吗？你有船的话，你刚刚是说你有船吗？来来来来来，你就去，你就去。好扯哦，好没了，二选一耶。好扯，巨龙之子来吧，三分之一。巨龙，是我的话，我那个路就嘿，对啦，是我的啦，真的啦，巨龙，知道吗？巨龙，巨龙。哦，起来喽！银矿啊，银矿可以耶，我觉得可以。银矿坑，矿海还剩一个银矿坑。对，那就应该就允月了吧？这顺位下来是允月，允月冲啊！允月冲啊！再换换换我。哎呦，接起来！哎呦。全部去拿一拿，哦，很危险哦，这还没人看过哦。对，这没人看过，还有巨龙哦，还有巨龙哦，危险哦。扣两分还在哦，
二三，结束。好，繁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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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还有你要看人还是看到看 看是什么呢？垃圾桶。哎呦，哎呦，很会藏哦。哎、欸，巨魔嘞？巨魔到手？巨魔，这个巨魔到繁星拉走了。繁星，对啊，大繁星。我会派他去打小雨吗？啊？为什么要打我？喜欢？不要了。我不要打我了，我刚已经开到巨龙了，不要打我了。好了，现在换我了。我先来接入啊，接入接入，那我怎么接呢？好像要赌啊，感觉这个好刺激哦。你有接这个吗？我总觉得酱油好可怜哦。我很想救他，我没有卡可以救。想问个问题哦，就是假设你们现在，假设你们现在卡现在在这里，那这样的话，这边可以接一张，就是类似这样直线的，我先把它反过来，就是它是到边界吗？不行啊，没有，你说假如它是斜的这样子到边界，假设它是横的，它是横的，然后它直接到边界，可以，我刚刚是地震吗？哇，你没办法，怎么把它接？这个好像都不能接，算了。对啊，算了，接了啦，算了，去外面探险，去外面世界探险。你是想毒死我吗？世界的尽头，世界的尽头。哎呀，这里银矿一张，耶！哇哇，你在划什么？我没有，因为分数好像划船了，大家都在蓝色的。船是哪一个？船对哦，酱油出来了，你走出来了，你跑出来了，你们这些拍咪呀，拍咪呀，哇，什么拍咪呀？很危险呢，我想一下哦，我再把它接起来一点呢。哦，有萤火呢，对啊，有萤火出来了，终于。好，我想一下，我说要不要去开它啦？它不就是龙啊？开呀、啊，开了！一二，巨龙之王，巨龙之女，好，三，恭喜你，啊、巨龙！龙之女，它就是龙啦！小龙女，龙女耶，小龙女，哇！是龙女啊！我再也不走了，我要接纳了。烂游戏啊！烂游戏啊！你看，我刚刚派出巨人打昏你吧？你看，你冲动了。真的是哭了，啊哭啊！笑死！小龙女伤了，哦啊，嗯，啊来啦，等等玩一下，没事啊，反正进得去嘛，就少挖一回吧，这里太悲伤了，不会啦，没事啊，小雨等下可以进来那个，对，我可以，我等下可以去，对，可以挖一下。我这边应该是吃不到东西了吧？对，你应该是吃不到了。不过没关系啊，进那个，或者是你要不要阻止那个谁来啊？我没有东西可以弄了啊。好，小龙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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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过的，过，或者是有没有这边有办法接上去的话就可以啦。对啊，我就可以不用，我就可以多挖一回了。对了。是没有，我是没有拍的。我有啦，没有得接。我有啦，嗯，好吧，我有啦。你帮我，你帮我把这条线接起来，我帮你。哦，我团那边的话，团长你是在这一只？对，我在这一格，啊、我在这一格。哦、我其实这样，你这边接起来的话，我也是进得去，哦、我也进得去，是可以哦。哎呦，来吧，哎呦，底牌到底是哎、欸？可是我怎么帮你铺一格而已？没关系，我有办法处理自己的那个，我有办法自攻，
什么？闪电神功是不是？对啊，哎，飞哦。哎呀，嗯，换谁啊？杰克结束了吗？哎啊！刚刚是，我就是这样子呀、啊。刚刚走到这里结束了，走完了，对啊，走完了，我一直动完了。哦，那小绿宝逛逛仔。哦，哇塞、哦！哎呦，哎呦，有人帮我的，有、哎、有人帮接啊、哎那。那我是不是不用啊？其实也可以啦，也可以，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可以接啦。哦，结束吧？结束了吗？没事，那没事。啊，就把路接得很奇怪吗？雷暴弄掉这张，或者是弄这张啦，杰克也不要进来啦，好不好？快点！好、啊，不要进去，不要进去啊！暴、我是暴完了啦！耶、yeah! ！谁、都不能啊！我把雷暴骗掉了，还是可以吧？还是可以下去，还是可以啊，就是要扣一张，就是扣一张，很少歪一回啊。二三，必打。然后我忘记丢牌了，我丢一张牌。好，好，换导游，换我。嘿，你可以再走过来了，可是你会断路。我呀，我手快麦耶，手快麦。好啦，我把斧头扔了吧。你怎么都抽到一堆工具？你斧头全部都工具耶，很惨耶。你那些都是凶器耶。工具人耶，那你还把我关起来？哦，太伤心了。谁啦？我这边地震了啦，不要啦。我可以先。我觉得可以先挖一张吧，好正好就丢一张啊。没有，先放。哦，哦，谁哦、哎呦？这样不就过不来了吗？对啦，对啊，还要先丢一张，丢一张，他没办法挖了。啊、然后一、哎、三，你人质要丢，哎、哦欸，没了。小龙女，你好棒哦，小龙女，叫我是丢一张，你可以抽一张，耶、yeah ，有了，哇，好棒哦，我有金矿了。哇，他们还是挖得到啊！哎、欸，不对，没有没有没有，这不是不行啊，这边没有路啊，他们过不来。哦，我以为是十字路口呢。没有没有，这个是直的。啊、哎呦！耶、yeah ！好了，我进去，然后我要丢一张嘛，对不对？然后再丢一张。好了，拿一张了。有了。耶！杰克，那矿是不是挖不到了？我那他就我想问呢、欸，他这样丢嘛、嗯？啊，如果当回合丢干的话会怎样？当回合丢干之后，你一定要弃掉一张手牌才可以过这边啊。所以我像我现在讲过路费啦，我接路扣一嘛，走这里扣一、嗯，那再走、嗯、再走这里嘞，我没有牌给过啦，你没有牌给他扣啦，我不能过啊，你要三张才能走进来，你就是看看规则这样，对啊，你手牌三张才能进，我就说就是这样子没错啊，对 对, 對, 對，这就不能走，对啊对啊对啊，OK OK 了解，那就丢一丢啊，我也走不过去啊，哎，我刚发现原来他过那个陷阱。是随机一张丢掉，要抽牌的方式。哦哦哦，好，下一个，好我、哦，哇，丢丢了，过不去，那过不去啊，丢丢全部结束了啦，丢丢了啦，对吧、啊？丢丢，哎，挖不到的矿啊。啊，你可以把接这边丢，一个循环。哎呀。我再走过去我就不行了、啊，一二三，哎，哎哎哎，绕一圈啊！对，不对啊，矿都被他挖完了，也没屁用啊。对，对啊、没有、啊、你没有，他们不能挖了，小雨跟可能不能挖了吧？没卡了，没卡了，挖了，我们没卡了，我没牌啦。然后、哎、对，有机会耶。可是你到这边之后呢？你要先丢一张才能够走路啊。对啊，所以你对对，总共丢两张。你的手牌，你的手牌没有，你手牌这个卡住了啦。这一张不能进去啊。对啊。如果这张不是这个就可以了。怎样啦？开心。卡虚过了 ，pass， 那就换繁星。啊，飘上边没了。啊，耶耶，没了，没了，没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边这个卡住不行。这个，对对对对 ，OK， 这边可以，就可以。又不同，好，换又是我没了，我没牌了，我这是保证。好，哈基也是。剩我吗？对，哈基，剩哈基。给你得放，但是你过不去了。不要丢在我的钱上面。这是我被拿回来的钱。哎，亮牌！哎呦，
亮牌，亮牌，我是间谍，间谍，我是郝伦，郝伦，啊，就是两个黄的，哇，哦，哦，好了好了好了，哦，反击我给力吧，哇，你好猛啊，对哦，够给力吧，扯要挖两个哎，对啊，三个蓝的，耶，蓝队的先算吧，蓝色，嗯，四个蓝队吧。四个蓝队，对，好难玩哦。七分，哦，四个蓝队，哎，不是三个蓝队啊，三个蓝队，三个蓝队是小偷，哈基是啊，对，我说你要把哈基赶走，不好意思，他看起来像，所以是这边八加七十五，嗯，十五的话除以四，一个人三分，会余三四分，有个人要拿三分，对。啊，哇，那将要怎么打架吧？有保障的人多拿一分吧。哦，隐约最多，所以哦，所以我是两，我的两个保障嘛，所以我是拿四分。没有吧？应该说，我跟团团都是一二三四，就是刚好分完，所以是隐约那边有多的，就是他的啊，这样。对，因为四个人嘛。嗯，对，哈基是多的。哈基是多，哈基是多。这一个是四分，是不是？好，那我一个人四分。可恶！然后你就要在就拿到再扣了。小龙女，你的龙蛋嘞？我现在有两分，我变饿了。我努力挖了一个矿。我跟繁星分而已，所以一人拿三分。嗯嗯，你好给力哦！最可怜的，孤单的矮人。孤单还是自私？像有人自私啊！自私的可怜矮人，我不想说话。不对，等一下，刚刚小雨那个小雨跟凡那个团团是各三分，各三分，为什么？对，因为分开算，因为这张牌是一人一分嘛，所以是加一，四分的也是加一，然后这边这个超过五，所以四分也是加一，所以我们先每个人都三分了，然后这边这个因为多一分，所以是愉悦的哦。好，这张两分的，我刚看了一下是不能除不进的，除不进只两分直接是他自己的哦哦，对，还好你都除了进眼杰克，好，所以我是加三，是这样子。它是单张分开算，单张算的啦。哦，好，那我一分，有了，是吗？是这个意思。这样我就加了六分了。好，对啊，你加蛮多的。哇哦，对，挖少好像也还可以，还不错哟。对啊，要是没分出去的话就还不错。嗯，哎，它这个是多少？偷看一下。你们三分数算好，我们拿到三分就是我自己的分数算好，因为四个人分。我要那个重置。好，好。呀，小龙女，第一局是四分，第二局是六分，不是这样，好了，哎，不是哎，你知道刚刚的洞窟都是我放的吗？洞窟，这是我洗完放的，然后结果我说，然后我踩中两次，我就说洗的人会进龙坑啊，上一次玩实体的也是我洗啊，然后就是我进龙坑啊，啊，头好痛啊。然后复制矮人，嗯，复制矮人啊，撞到了啊，跌到了矮人，没事，哎呀，你连在一起，他连在一起了，他们交合在一起，他两个要修哦，这两个，还缩小一点，缩小，为什么他们缩小鱼还是减了？为什么？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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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扣两分啊，我三分啊。对啊，对啊，这样就是加一分，所以现在是一分啊，对啊，对啊，他们是不是又一直觉得说啊，如果总分加起来负二就是负二，没有啦，总分加起来负二的话，那一轮就是零分啦，对啊，我刚上一轮也才负一啊，那这样我才零分而已，对啊，你真的要算的，搞隐约46分，46分，看问题，那我要反过来写哦，64分，64分，哇，太赚了吧。然后什么要调？分有没有吧？队伍分队伍啊，阵营，嗯，阵营这个有就那个，阵营就叠起来说洗一洗吧。好，哎，因为哈基也没有说没做事啊，也是有啦，都有弄到路，他骗了我，哎呀，我怎么每次都跟小雨同队？哇，黄队太哎，五个黄队，五个黄队哇。好扯哦！我要换个妹。耶，我好自位置啊！好自位置。我来小乌鸦，我是小乌鸦。哎，你又抢我的啊！不是啊，我是说酱油啦。
哦，你选回你那个是黄色的，怎么了？哎呀，这个是谁拿的？黄色在入侵部落啊！这个还是会对齐到哎、欸，哎呦，会吸到了哦，刚没解锁到哦，刚没解锁、哦。等一下，等一下啊！地震了，地震了！梯子可以丢到中间吗？梯子丢中间。好，这是给你放、那個、大的不用啊，大的自己拿走。啊，大的不用。对啊，大的啊，旗子还有缺哦，缺三只，有谁还没拿的？上面拿了，小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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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解锁，这个会卡中间。对啊，对啊，就是现在就是要把它抓过来解锁、啊。这里差两只，剩下谁都没拿、啊？黄色的，黄色的，那边是有的，这边吗？自己这个、啊？对啊，对啊，这边是还没选的。有区。还有一个谁没拿？加油！还有谁没拿？这两只，看一下酱。加油！加油！拿了吗？有啊有啊！哎、欸，加油有吗？有啊有有。加油！到底是一个有？是谁？这里有两只叠在一起吗？啊、等一下、哦欸，还是怎样？我的在这边。乌鸦的。这两只叠在一起啦。哦哦哦！这里这一个，这两个。这个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叠起来的，对，吸在一起了，卡在一起，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啊对，七个没错，四五个五对二，对五黄 ，OK， 好了，好，还想跑出游戏啊？不行，我们之中一定有叛徒，没有啦，我们没有叛徒，一定有，一定有一个来了吗？一定有间谍跟自私的。你要想，那我有那个游戏，你以为我能信你吗？我是好人，我也是好人，我是好人。等一下有鉴定的，我先来看一下。刚刚巨龙是谁？小雨，巨龙是小雨我啦，就是我啦。小雨两次巨龙啊，哎，可怜哦。哎呦哎呦，这个牌好精彩哦！我的天哪，这牌太精彩了！十张、欸哦、有，十张没事。还有，我要认队友了。好，认队友了。看看认谁哦？认好啦，我看酱油。真心精彩啊！我的天哪！好，头摸大鸡，头摸大鸡。好，哎、看来知道了、啊。两个间谍出现了。三一一哦，三一一组合哦，好换我是不是？么他鸡，我看看啊，蓝队是那里是不是？哎、欸，我是没什么牌可以出啦，不好意思啊。天啊，你为什么要让我往下走啦？不好意思，我就没牌哦。好了，换人，换我吗？换人到了。这要怎么走啊？啊，我们刚刚感觉跟对面感觉不好，我先走过去，等下你再过来，好不好？好，然后走一张。好了，大家都是好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哎呀，哎呀，哎呀，谢谢哦，好朋友，背上有乌鸦的，朝这边来。会不会有人去堵石头路啊？石头路都那么卡了，还要等。下一位，我。下面一位，嘿、hey ，先行动嘛，对不对？对，先行动，先丢牌，丢牌要来看。先放牌。你要看谁？缓团还是哈记嘞？好看小雨。看。好紧张，我要开喽。啊！哦，坏了。我才不是坏人！你这个坏人！我才不是！你这个坏女人！你被龙咬了！我才不是！我才不是！一定是雪莉哦！雪莉！这你们的位置！攻击小雨！要攻击我！我还没抽牌，我还没抽牌。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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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牌补牌补牌，好了。好，欢迎雨。雪莉，我要来看看。你要看矿坑啦！看看。矿坑，害羞哦哦，是不是吼了一声？看的是张，那张很赞，哎呦，龙的感觉。刚刚小雨说酱油跟他是同模搭机，有问题？怎么废？一个自私，一个叛徒，对？咋会呢？怎么会呢？
我想，我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走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哦，啊，没人帮路啊！我觉得你们这里太多人了，请小心走路。哦，没事没事，一个人一个过就好了，没事没事。我真的是为了你们好，你知道人太多会发生推挤，中一样哎。嗨，今天推挤我们。好。哎哎，对，我可以走路哎，对你还没走路，对，你还没走。哎，哪张是我？我看一下哦，这个不是猪哦，哪猪在这？你不要猪，他就堵在上面。哇，你要堵在上面哦。哇塞，自己放到自己堵在那里哦，这是那里啊，那堵住啊。哇塞！你妈矮人，矮人，推他，把他推开。啊，我看一下，一个自私，一个叛徒。我看一下，没有，是好人，大家只要经过这里就可以那个。是啊，过不去啊！哎呦，有人堵在路上啦！不是，对不起啦，我比较胖啦。好了，没事了。不是，这个我正在减肥，我正在减肥。这要怎么？哎呦，头破大机啦！我要先说我的头破大机，我真的是没有牌可以出了。我的天哪！我是真的没，我是真的没牌可以出了。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你是不是看过啊？你都是工具牌啊？你是不是两张雷暴之类的？还是要不然是两张巨魔，然后两张巨魔。哦，我的胖哎、欸！哦天哪，两个陷阱啊！对不起啦，你们卖鬼啦，都卖鬼啦，都卖鬼！大家都不要过啦！我要走下面了啦。所以这样换你们，换我，嗯。嗯，阿纪呀，阿纪会相信你吗？嗯嗯，我是好人啊。你两场前都这么说，哈哈。哎呦，怎么接？其实都行了，啊、哎呦，都很合理。哎，前面那个人大胖子啊，那、啊、他就堵住了，堵、不了啊，没有办法啊。哎，不卡哦，不卡哦，不卡哦。哦，不卡不卡不卡，对不不不，我是减肥了嘛，我每各位各位三不转轮转，我们走吧，没有另外一条路哦，转路了。然后我在哪里？这边好多人，等一下，你找一下，你找一下，找到一二三，这里要保持一点五，要保持一点五，走了，好，走，要跟胖子挤。那换我，我来看看。好啦，这样接，嘿，哦，这是有船就可以冲刺咯。好，哎呦，啊，前面的胖子挡路啊！气死了，气死了！船嘛，那你就不要挡路啊！阿宇也要动吗？该走了，该走了。我动不了啊！他没有要动哦，你可以走另一条也可以。你不走好吧？我不想走另外一条。你这坏人，你这坏人。那这样的话，你们给你辟的新道路就走左边吧。你这个，然后还不移动。我会移动，等我吧。好，你动哦。好，我动，我原地踏了一下。哎！坏人啦！太疯了！坏人啦！走了啦，全部打他一格，让他零分啦。我在看啊，上一场的恩怨带到这边来了。啊！你们这时候放生。我嘛，哎、欸，我很想救你，好吗？哎、欸，你一个人自私的，关我屁事哦！你们自私还从不是偷摸他机智的，你要偷摸他机智哦！他又是自私的，哎、欸，你自己你反省一下，要是你会飞，你就会过啦。哇，我可以你上一场会飞也会过啊？你怎么不反省一下？啊、你会飞也会过啊，对不对？说什么傻话？好，换小鱼，换小鱼。我想下，对对对，所以酱油，你真的要站在那里吗？不打很痛啊！不打很痛，可恶！你真的完全不要动了吗？你确定不动了、啊？
我怕我被打死哎、欸，怎么办？我等下上面把你打回来，路也堵住了。我动，然后动回去。安总躲在萤火下面了。路翻起来，穿地洞了。路放回去。好了，下地下室到了。你们可以跟一个人堵在那边了。好了，换我了。把小鱼堵了是不是？把小鱼堵是不是？来，换人堵是不是？头发大鸡。前面还有一个是一个人的路的不是吗？我先放其他路哦，感觉可以哦，感觉可以哦。然后小鱼啊，不好意思啊，我赌一下。不是啊，要从那边要过去啊，不然怎么办？只能慢慢走嘛，一个人慢慢走啊。两个人都怪怪的啊，你们两个都一个一样啊。这个要叠啦，好了，一定是坏人，抓到人啦。我们走另外一条，走另外一条，需要绳子啊，救命啊！绳子，好，我想办法，好不好？我想办法。我想一下哈。好啦，这个先用好不好？来，赌起来啊！好啊，这个我想赌这里，可是这个那个那个卡住。那个让他解锁，解一下，解一下。OK， 好。啊！赌这哈，你别想走啊！你别想走啊！加油！一二三，好，那这里换我吗？给蓝银的一起打，一起来，走了，绕路，绕路了啦！不要去那边了啦！真的是绕路了啦！我建议你们通通绕路。好，我们绕路。哎，大家加油！大家加油！我帮大家炸掉。哦，谢！你怎么不留到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把路炸掉，让他们不要跑？我觉得比较好啦。没有，没事，繁星没事，可以的。没有，我好奇，我就问问。这种事情我最会处理啊。那谁？哈基。我。出什么比较好啊？哎呀，水哦！哎呦，水哦！然后前面就堵住。我没有，等，是不是我？你要走？你在哪里？刚刚酱油是动错啊？为什么这只站在这边？啊，你要帮你推轮椅是不是？小雨动到吧？哦，我动到吗？动到了。嗯。啊，那我角色是哪一个啊？你拿那个哎。一起，你怎么没有拿大力牌？那是这个没人拿的这个啊。好，那我换这个。你那个大力牌，那个没人拿的是什么？好，我拿这个。哦，对，好，那我一样的，这我一样的。好，请继续。那你抽牌了吗？我不动，抽牌。他不动，好。好，换我。好，嗯。各位，抱歉，我演了这么久。走吧。还行啊，这还可以啦，还可以。哦，我好人呐。他是好人啊。哎呀，你要。问我是不是？对，当呀，好，那个，没有，我差点放到你那儿。要翻新的话，那个视角是往哈基那边的。对，哦，那两个自私矮人哈，我们就让他再乖乖在里面就好了。为什么？这里啊？为什么？为什么要霸凌我们？可是他们那个过去的话，搞不好可以疯狂拿哎！没有，我们走另一条，拿好了吗？还没，他有船啊，我听起来他有船啊，没事啦。你想要坐船过去呢，还是让他们绕一大圈呢？你可以先弄旁边这边。你们是两个人打，是五个人哦，你们想清楚。我要过不去了。嘛啊，我们就回不去了嘛。没事没事没事。恐怖大师，你觉得我们要先挖左边还挖右边呢？我不知道我觉得很恐怖，我不要相信我。敢相信我自己啊？那左边巨龙，右边巨龙啊？前面两段都是巨龙。阿爸，你先来这个，我等下可以带你去其他的。啊，那我先挖这个。好。哎，打开。哎，不对。巨龙。巨龙。这什么？
开黄金哇哇哇！这个直接拿过来哦，选一个人的给我。好，好，我看一下哦。哎，我忘了抽牌。你抽一个。好好奇，这样有的。那我要先丢吗？我这两个应该是正常的黄色。还有我，我是正常的。不是小雨是坏人，那你看我搞他搞成这样子嘞。我才不是坏人嘞、欸，他自己相信我，他也相信我。我才不是嘞，这两个就怪怪的了。这里啦，好，我要走出来了。哎、欸，走到这里。哇，你走到那里？对啊，自冲自，他会自冲自。Let me think 哈、huh?。嗯，我也是好人，好难玩啊这局，是吧？我雷暴给他们啦，我雷暴用完啦，别啦，我们都是好人，不要啦。哎、欸，我刚没补牌，好补牌。行哎、欸，酱油这样子应该是自私的吧？酱油你应该不是好人吧？自私的啦，他弄到所有人哎、欸，道路哎、欸，我还为我的同伴大鸡道路呢、欸啊，你卡到所有人哎、欸。他假的，相信我，假的啦。嗯，开始从那边就开始被公干了。他假的，我、哦、好头痛哦，怎么办？他假的，不要害到自己人呀、啊！我呀，就是也有一个极端状况了，因为有三好嘛，对不对？他只有打辅助、嗯、三好，一直一进的，有可能是你们两个都是好的。没有，我看过他的底牌了，还有我好的。对啊，没有，繁星在说谎啊！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小龙女小龙女，对对对对，哦坏人，没事假装骗好人。你们五张是一定会有那种组合、啊，一定一个自私，就刚好五张在牌面上啊。对啊，哎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嘿。Hey, 就是我现在站在黄金上，那如果等下没有人来挖，我就挖一次吗？可以啊，那你一样要盖一个路之类的。好。啊、哦，我真的很犹豫，到底要出什么、欸？哎，怎么办呢？加油啊，黄队们，我是好人。骗、那小雨是好人吗？他假的。我是，你要信我。他是假的。不行，我觉得小雨刚刚那个语气是有点动摇。不是，我真的是好人。讲了0.5秒哦。所以小雨你说你酱油是好人嘛，对不对？对啊，酱油也是好人。假的。所以你是觉得繁星是坏人？对啊。我怎么是错人、啊？我这么努力的铺路搞他了，我的天哪、啊！哇，你也是自私的、啊，你自己哦，我是好人，然后过去，然后自己拿这样。那个，对吧？先跟你们说，别慌，因为我是真的没排出，先别慌啊，别慌，别慌，别慌。反正还要再等一会儿。对对对，别慌，别慌啊！好，来，杰克，哦啊，丢两张。哇！你直接丢掉两张、哦，刷牌要刷牌，还要刷牌。我要把牌底拿完，他把牌底拿掉了啦。哦、对耶，哭啊！你要拿走吧。然后我想到这里，这也是个战略。对，这是战略啊。拿几张哦？对，我丢两张，丢两张，丢牌然后把牌补完的。哦，所以换我是。对啊，好，这两张换。哇，这是个战略哦！哭啊！哎呀，拍水。我觉得他们两个如果。自私跟间谍不太可能会合作啊，没必要、啊，就不可能合作。如果你们都是坏人的话，没关系，团团、啊，我等下出一张牌证明我的清白，好不好？这张牌就足以证明我是跟你一队的了。好，酱油，你信不信我？我，你想干嘛？去吧！哎呦，哎呦，哎呦，我就说我是好人。我再挖一次金矿，然后我再去。所以团团是坏人，我的天！没有，我是好人啊，我是好人。我反悔了，抱歉，我反悔了。哎，怎么反悔了？哎，怎么这样？你不能反悔啦！你要做家具裁判，裁判。嗯。哎，跟你讲啊，如果这一张是龙的话，我们是死一片。对吧？没有，第一个才进去、啊。对对对对 对, 對, 對第一个会扣而已、啊。不然他进你放这边，我看这张嘛，要不要？可是要斧头啊，重点要斧头。不行，我不信你，不信你，不行。我真的是好人，你看着我的眼神。我也真的是好人。我跟你是同一队的好吗？我的黄跟小玉西瓜一样黄。弃牌。哦，
哦，气牌，好，气牌，好，气喘哦，气喘呢？好，走过来，哇，要再气一张，扣腰再扣一张，扣一张，哇，你要花行动这样走哎，我的天哪！喂，那哦不行，来换繁星，换繁星，换繁星，那我要看还是补啊？我蓝色啊，我蓝色啊，很团你有斧头吗？气两张，还有啊，你有斧头？我就说别担心，别紧张嘛。好，那我帮你嘛，要不要？嗯，可以啊，可以啊。还是我帮你看一张牌？我帮你看，我帮你看，我帮你看。来来来，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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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跟他这样也过不去啊？没有啊，我们还有斧头，我们还一轮啊。哦，对呢，对我们还有一轮。本团，嘿，银矿，看你相不相信我了。你已经告诉所有人了，没事啊。然后他也不一定是银矿啊，你可以叫小雨去采啊。我就怎么可能这么多好人？你们一定有鬼。蓝色都好人呐，好不好？蓝色都好人，不一定哦。关你业了，一个间谍，一个。嗯，一个间谍，一个自私。对啊，就蓝队只有一个人呢、欸。我放的啊，我放的。哦，好。换我了，是不是啊？来，我帮你们铺路哈，这路一定很棒。欸、哇，他一定是坏人，他一定是坏人。啊，我是蓝队的啊，但是阻止黄队啊。你在想什么？正常啊。你在想什么？哎、欸，那这样的话，你们就我们就怎样？你们绕一下路吗？不是啊，阿姆怀疑你们两个啊，我想一下，我的天哪，我帮你开山，我的天哪，你猜究竟谁是间谍啊？没事啊，反正黄队是一起的嘛，我得分你们也会得分啊。是啦是啦是啦，你们其他人，你们其他人都不要那个啊。小雨，你放了什么？小雨你做什么？我突然觉得酱油好像真的是好人哎。会觉得这样是好人，然后小雨是，那小雨你是反派，你闭嘴，去跟法官说吧。我觉得你们五张全出好焦灼。不要，今天情况是酱油是好人，然后小雨是反派，骗他说是同谋打击有没有？哎呦，然后让我看过小雨底牌的人，然后你们两个就会怀疑说你们两个谁是谁这样子。现在就是要相信繁星，还是相信小雨啊？小雨是坏人啊，你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就不是。好，这酱油动完了吗？动完了。那就换小雨啊，这个解禁了，这个解禁了。嗯，坏人换你了。我不是坏人。坏人换你了。那我只能走这个啊，这个挖完了吗？啊，对啊，那挖完了。嗯，去彩龙了。去彩龙了。去翻吧。去彩龙了。翻开。翻开！哎、欸，我当时还没放路，对不对？对，你要先走再放吗？你要先放路，先放路。哦，我一定要先放好。那对，要先出牌。哎、欸，你连续三场都踩到了很香哎，真的，我也是，不是，我也是这么觉得。场可以再踩一下啦。对啊，去踩啦。哎，找一下小龙女的阵。对啊。那我就不要。哎呀！哎呦，丢巨魔吗？还是放巨魔？还要继续，他要继续卡吧？再放巨魔啊！我想。他要继续卡，你怎么那么多巨魔啊？工伤巨魔。那我就。工伤巨魔，好想要，好想要！我是工伤巨魔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谁啊？哪一个？他其实是不是三场都是坏人？他竟然三场都，你是三场都叛徒啊？自私轮啊，好放这。好，啊，那我要走。小雨坏的啦，小雨坏的啦，龙女，好开。银矿哇！哎、欸，繁星说的是真的呢，对吧？不是啊，说不是啊，不是啊，怎么了？不是啊，小雨，我是好轮啊，自私啊，不是啊，这我怎么放啊？没有路可以走啦，对啊，这个感觉，他自己是好人吗？我是好人，可是你也过不去哎、欸，你还是被他挖掉哎、欸，挖掉一个银矿而已啊。对啊，哦，银矿只有银矿还有一个啊，对对，这个应该也是小雨的、啊，应该也是小雨。还是小雨的，我绕太远了啦。对啊，我在右边完全被控制了。哎、欸，我可以再问个问题吗？不行，可以上在那个在矿前面这样放吗？不行，可以，可以，不行，要有路要接过去，要有路接，对，要开起来，是开起来的才行。
哈哈哈。嗯，好啦，反正这个都是小雨的嘛，对不对？是那个，就是小雨，小雨慢慢挖。好，拜拜，我自己挖。你自己慢慢挖。好，然后哇，不是啊，看一下，有人想过去啊，你也过不去啊。他看到萤火上河，我萤火。啊！我没看到萤火。他五步啊！啊！萤火啊！萤火！好，裁判。哦，裁判。那你批别的啦。没有，我一样用，我一样用。你批别的吗？批别的地方。好，我批别。批别快。我把这个批掉了，好不好？哎，不行啊！你批掉，等一下怎么搭？我要把它劈掉，横的更好搭吧？你在想什么？这边很好搭吧？对啊，好搭吧？对耶，你想什么？怎么单机？哎，原来没有人知道这两个是什么？对啊，没有二分之一哦。对啊，二分之一啊。好啦，我就一样待在这里。好，下一个。嗨嗨嗨嗨！哭啊！没有船。哭哎、欸！就在这吧，我要回来了，我要回家了，反正我挖不了矿，下一个。有没有人有船？我换哈基。哦，先出去哎。这个到底是什么？好奇呀、啊。不知道啊，这两个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啊？二分之一的几率啦。有一个是宝石，有一个是那个。没有船，你刚刚就不搭。他们想要搭上去的杰克。好了，你下去跟他抢银矿了。你先去抢银矿了，等一下帮你了，好不好？你先去抢银矿、啊，你乖，去抢银矿。好，你抢一个，来了，这给你了。好，结果他是自私的嘛。那我也认了嘛。有啊，那也认了，你知道吗？好，换繁星，怎么办？有没有人有船？我有帮你哦，要不要？不是啊，你不用船也可以，啊、只要你上面有路哎、欸，可以有接就可以了。还是你是横的？那我帮你要不要？往上。有繁星帮你啊！我要帮来。我会。那你放是巨魔。你可以扛着他的肩膀上面过去了。我现在是抱着团团哈基跟我是好的情况下啦，哎、欸，对不起，等一下，巨龙，我可以选择分数不平分吗？不行，等一下，对不起，我后悔了。好嘛，我放这边嘛，我放这边嘛。好啦，你放那边。好啦，迁徙了，给他们多浪费一张卡而已啊。哦，好，你们两个就在里面了，结束了。好，换音乐了。所以这只巨魔那是小雨的，那是我的。哎呀，要是下面一张是龙怎么办啊？好啦，你那张怕很怕是龙嘛，来我帮你铺路，很怕嘛，直接转折，超怕龙的对不对？哇，一二三，反正走不到了嘛。酱油，你那个牌关键牌卡子哈，我有吗？我只是说你的关键牌，如果我应该出这个给酱油的。哇，我该怎么办？不然反正不要动好，在原地好了。啊，我想一会儿啊。不行，这一张牌，我看有。我这几场都是没有挖到什么矿哎、欸，我的天啊，好好笑！我来这边等，看看有没有人有船，然后挖矿碰运气啊。哎、欸，有会帮你砍树吗？并没有。砍一下，对哦。好，砍。哇，你很好说话，太好说话了吧？看在刚刚巨龙走路的份上，到了。看一下。试看看呢、啊，对不对？还有，哦、哇，好，还有，哎呀，哈基有没有兴趣啊？接个路啊，一起试看看这个是不是龙啊？不行啊，我觉得这个顺位这样下去不太对，可是也没办法了。顺位怎么了？龙、啊。好了，我，哦哟。不行，我不知道，我觉得杰克或是允月一定会那个。好啦，我也没排出了啦，我没排出了啦，没排出了，我
抱一下。哇哦！等一下就来看有没有人有办法弄抱这张吗？对啊。杰克不要，杰克。哦，抱那张。他就想拿钱，杰克。好啦，那个我也不行。我好像也没路走嘞。好啦，我就走这啦，反正拿不到。抱那张哦。嗯。那我们又有新的难题了。哇！没得砍树了，酱油水干了，树倒了，不用怕，没给他没还了，我已经要不能走了。下一个，等一下，你还要经过，还要经过杰克的回合啊，不是还是还肉啊，还肉一下是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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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有斧头，小雨啊。啥？这是什么？什么？他是巨人吗？我不要过去。真的吗？不是吧？他是巨人，我不要过去。试看看啦。不要。你放别的，我们一起试的。我没了，我没了，我结束。太累了。好，放心。等一下，我真不知道放哪里嘞。我刚刚放这张给酱油走过去了，对不对？不然有没有十字路？有没有十字路？我有，他有十字路啊，这边不行啊，这不能放，都不能放。哎，你已经玩了三场，你还不知道怎么放什么？这边对不起，对不起，那也不行，放错了，放错了，放错了，太惨了。那也不行，不能放。等一下啦，刚刚谁自己动的啦？不是我啦，我没有的。好，没有那个酱油，你相信我，我相信你是好人哦，你。我当然是好人好哦，好子为子哦，好子为之哦。我真的是好人。你也换我了是不是？嗯，是。我先丢一张牌。好，如果我走到这边的时候，哎、欸，因为这边刚好身上没牌，可以是弯的，这是弯上来的，是穿墙。这个，对，你等到这里，好吧。因为我们没得挖了啦，我没得挖了啦。那我们就下一个人吧。好，导游，下一个，相信下下他，你可以相信我啦。前提是我相信你的话。没东西那个了，我只能放这了。嘿，啊，我还是要站在这，无法动弹。好，换小雨，换我。啊，真的是我相信你的，相信你的，相信哎，我的要求真的刺破他的相信。我很想看你、欸、看了啦，给龙咬一下啦，小龙女哦、喔，对啊，我都中两把了，没差吧？好，酱油，你如果是酱油，你如果是自私或是间谍，我认了啦。哎、欸，那是不是龙怎么办？那也认了啊，那也认了，对，我帮你开路了，认了，不要怂。换杰克啊，我也不能阻止啊。欸、小雨，我不想让你看那个洞。你不要啊，你让我看嘛。真的真的，你让我看，你让我看。杰克，你信我，真的。我信你干嘛？我跟你敌对。我是你的同胞塔基啦，信我啦。没有，杰克是黄队的话嘞。杰克是黄队的话嘞。真的。对啊，杰克搞不好是黄色的啊。你在想什么？那也没办法啊，就看他是不是啊，放这张牌就知道他是不是黄的啦。哎呀，哎呀。哎呦，还要犹豫哦！哎、欸，我放一样，我不要了，我想看六龙啦。保护你啊，队友，我自己可以到啦。没有，等一下，酱油会先帮你看上面那张是不是龙、啊。对，看完你就知道了。看了你就会知道是不是龙了。哦呦，那要换繁星了，因为哈基没牌。用一张十字架，来啊，小雨。用一张十字架，间谍帮你了。那你放这里，我不要啦，你放这里啦，我不要啦，我不要，好啦，不要，你刚刚说不，好啦，放啦，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好啦，你越放啦，爬身子过去啦，我不要啦，不去啦，哦哟，下一个，我们在保护你，酱油，冲吧，冲吧，酱油。我看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办哎、欸，不然就放气牌，你往下走好了。哦哟，来了，开龙龙巨龙，好了，跳小雨没拿到。哦哟，我想拿啦。
没了啦。啊，我要去整理了，再见了各位。哎、欸，很无助哎、欸。团团，我也不能干嘛，就这样吧。地牌，好了，算分，翻地牌吧。翻，我是好人，哎、欸，加油，真的是好人，好险。哇！谢谢团团，你帮我，谢谢杰克、哦。没有，我刚刚想说，好了好了，你支持我认了，因为你刚刚后面那个，我就觉得嗯，好。哎呦，没事啦，那个、哎、那个银矿可以分吗？所以是我看一下，我还要分你们一个，气死了！好耶，好爽，四分，气死！我还要分你们一颗。所以是一哦，我们两分，酱油三分吧。哎、欸，你看，你们让我挖就可以再分了，各一分呐、啊。然后黄队友看一下，对啊，三，我们只有三个人嘛，对不对？两个一分，三个对，三个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两分，酱油两，所以你们各两分，酱油是三分，对啊，对啊，还有一分呢、啊。哦，对，你是一分。好了，三轮结束了。好，我六分啊，六分。哇，雨月十一哦。对。哦。七分。酱油有一，酱油一分。哎呀，好惨哦。华宇是两分是不是？我两分，我两分。哎、欸，我们两个一样惨。你玩得很棒哎、欸，你刚刚读得很好啊。对啊，你们都不相信我。哦，杰克，没有是小雨在演，小雨在那时候头发大鸡哦，我演你是头发大鸡啊，蓝队的头发大鸡，太好笑了。哦，那么多人反正就要看我，奇怪。啊，你因为看过他的、啊，我去看你啊。哎、欸，这玩完这样三轮，哇，直接十点哎、欸，直接就十点，超猛哎、欸！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比较多，会比较久一点。那玩很久哎、欸，这一那也好玩呐、啊，对啊，是真的不错啦，对啊，好啦，休息啦，病倒病倒，病倒不能，为什么不能按病倒？可恶！我帮你变，好了，休息，观察观察。啊，好啦，这个哦，这个至少比矮人矿坑好多。矮人矿坑那时候玩到吵架、欸，这个还好。啊，好啦，阿米狗就到这边啦、啊。那待会继续我们的那个，哎、欸，他以前翻译叫《创世理想乡》呢，难怪我想说那时候怎么翻译跟那个不一样。好啦，我们玩，没有要休息，没有要休息，要继续再玩一下下。然后开到旧版的 OBS 撒回。好，等我一下哦。哎、欸，白痴哦，我上面那个怎么还在啦？低能。哎呦，哎、欸，我上面那个标题怎么没有人跟我？有人跟我讲吗？天哪，还是我没看到？对不起。哦，我的天。好友上线，然后。你看很久了，哭过。哎、欸，兰兰，你今天要在哪个通话？多人冒险。我现在才知道，因为那个桌游模拟器画面太花了，所以没办法。有人讲了，没有，我没看到，对不对？没看到就是没换掉，就是没看到。等一下哦，我们的僵尸大大，僵尸你在哪里？僵尸，你要在哪个群？这里，我们先，因为昨天关来后，我们去挖了一些铁矿，因为我们很超级缺铁。然后又逛了一下地图，不小心逛到四点多。那、啊、你记得上线呢，不要又单机没有开喽、嗯。你可以开麦哦。可以呀、啊，可以吗？很紧张吗？嗯，很紧张哦。嗨，打招呼吧。嗨，嗨。
等一下哦。抢桌加开没错，对呀、啊，还敢烧我啊？嗯、哦，我那时候很错愕哎、欸，爽啦！好了，好，开好了，还没有哎、欸，你有上线吗？我有上吧？那你等我一下。有啊。我声音会太小声吗？不会啊。哎、欸，观众会太小声吗？自己讲啊。他现在开台很紧张，他以前有开过台，没有，我没开过了。哦，对啊，你是跟台，你是跟台陪台。对呀、啊，对，有了有了，对，火烤懒懒大大。我想下午要去洗萤火的，一大忘记了，没有空玩。哎、欸，不会太大，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就好。有点没有，这不是太小，只是他。他紧张，声音比较小，真的，嗯，很冷。对啊，因为昨天，因为他每次遇到事情都用打字说比较不方便，我就说那你就开麦啊，然后他就说不会不会，就是吵到我或什么之类的吗？我说不会啊，搞不好观众喜欢听耶。没有啦，那个等。开台开了三陪我开台开了三四次，他声音就会大了。没有吧？这是我正常的声音啦，这样子呢？没有，你真的比平常还要紧张。我知道啦，我当时开台也是这样。哎，你进来了。哈哈，小喇嘛的，这是一个打招呼，你知道吗？好啦，我们要先整理包包了。哦，对，有宝宝，分、欸、好多金矿、哦，烧，先烧，不能烧金矿，还是我们要到下一个时代？对，我看一下，没有哎、欸，也没有哦，嗯。还是金矿是，哎、欸，它的铁跟锭是1:1哦。嗯，白痴哦。后面是什么？几比几？没有啊，我以为是要是都一比一吗？我以为是要什么两个铁换一个锭这样啊。我以为啊，抱歉。我们要先用石造熔炉溶解它后，才可以获得金锭。石造熔炉，哎、欸，溶解后多10块钱呢、欸。不溶解啊，变成定后多10块钱。要不要再玩火自焚？干什么没收到？怎么没收到？啊！要死要死要死！哎，看不到你。你现在在烧什么？铁啊！你不是需要铁？哦，要做那个齿轮。对啊。铁放的箱子，嗯，我们等一下还要打龙是不是？看到909农场，想到撒种子跟浇水可以，我知道有自动浇水机啊，所以这个只是暂时的啦，这后面会换掉。然后我们加班来这边了，因为那边的话会那边会长东西出来。对，我看是没有，但懒懒看会有，所以他一进来就会轰炸。嗯啊，危险的鳄鱼肉，
龙蛮久的，老实说不会啊，因为我们昨天打龙拿到了这个矿做成的稿子。对啊，干嘛？痛伤啊，我怕鬼啊。东西好多、哦，对不对？很想全部卖掉哎、欸。对啊，尤其那个爪好多、哦，要卖掉、啊。我先吃掉吧，吃掉可能比较值得。嗯，咬指甲。大便好多、哦。我也在开箱子，没事啊，因为都找不到，不是吗？就觉得好乱了、哦。没关系啊，大不了关台后开给你整理啊，对吧？嗯。对吧、哦？那我应该做一堆告示牌。嗯，哎、欸，告示牌是就字而已嘛，那个云，微云，它是只有字还是会可以看图片的？它可以看图片也太强了吧，而且。他其实准星要对准箱子很累，要偏右边一点，偏左边。看看，这样。苹果，蘿蔔。你做那么多布要干嘛？卖掉。哦，应该吧，可以缴吗？材料类，布没有。我们是不是没有十兆熔炉？有啊，有啊，怎么了？可是为什么我们烧不出金？你不是说那个不够吗？嗯，没有哎、欸，我看一下哦、喔。可以做铁箱子，容量大，可以放三排，你要考虑吗？有啊。对不起，什么东西？没有，我砍到箱子，我在砍箱子。有啊，所以才说缺铁，好缺 哦。那是铁箱子吗？钢、欸、箱子吧，我们只有钢箱子，要用钢钉。他说铁还钢啊？说铁。真的、喔？我没有。哦，我们可以做交配锁哎、欸。嗯，那是什么？就是让牛锯木那个吗？交配，畜牧场旁边。我今天才看这个，
好，我会了。因为想说，等有交配所之后，就可以做那种类似刷怪塔了。哦、oh, ，对，我饿了。你要吃肉吗？我吃了，正在吃，好吃，一直吃。看起来很像铁，可是是钢的。哦，哦，这是钢，那应该是钢、哦嗯。我们还没遇到钢哎、欸。哭哭鹅。等有钢，我们就全部换。那我把要把铁都卖掉吗？不行，我可以拿来做我的弓箭。我做你的弓箭，全部的铁。我的弓需要用铁，我的那个我的箭矢。哦。呀、yeah.。反正下午想开，至少开个挖矿之类的，就单纯挖矿、嗯。可是，怎么了？在剪片，懂得哥布林狼人。嗯，是的。对耶，真的没办法做金锭哎。很小、哦。嗯，我们什么时候钢？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钢啦，我们要用铁才可以做成钢啦。我昨天不是有说？我没有注意到哎。哦oh。怎么做啊？哦、oh。嗯，要材料是不是铁、啊、加铜吗？还是什么？那么就是铁而已，你自己点一点，你点钢，第四个。嗯，哦，它就是嗯，哦，因为我想说，我以前玩过一个线上游戏，阿钢的材料是要拿铁去做材料，干嘛啦？我就有问你、嗯，你说，哦，那我们等下去打那一个，我说喂，你有听到我讲话吗？有啊，有啊，有啊，就没理你了。抱歉，那你通通拿去烧成那个啊？它五个铁、欸，对啊，炉子要多一些吗？那我再烧吧、嗯。铁，钢比钛还要弱，嗯。有没有危险的铁？你昨天在打鳄鱼，被鳄鱼咬的七八烂。还有在旁边给我钓鱼，笑，还把我昨天在打龙跑去挖矿的仇。哎、欸，那个真的是，哎、欸、什么？想说那个是龙蛋，什么冲过去挖？你怎么会哎我？我那时候想说你跑去哪了？看你实况，给我跑去挖水晶。我在挖龙蛋，那一看就不像龙蛋。我看都像啊，看上面有鳞片，白白亮亮的。嗯，最好。好、哦、好冷哦。真的哎。啊，怎么那么黑？哦，晚上了。天黑啊。不是，我刚开包包开。你没打过。哇，你什么时候讲干话了？哎、欸，你木炭丢哪？你上次木炭是放在我身上？好像没有木炭哎、欸。那我都丢这边给你处理。哦，好啊，那我们就先随便整理整理，先出去探险好了。哦、啊，对啊，太久了。好冷哦。那可能要等我一下。我也在弄。我要做那个钛的武器。哦。那你帮我做，好的。我想改法师哎、欸，好的，你去改。硫磺可以干嘛？我们的在这里吗？嗯，哎、欸，香料放哪边啊？哎、欸，这好问题，等一下哦。
香料，香料 在那个，我记得这个吧，我开错了，这个这个。我看着蘑菇看很久，说：“嗯，香料嘞。”Excuse me， 香料嘞 ？Excuse me， 想要我帮你做武器吗？好啊。哎，我要两个单手剑哦，拜托。好。哦，比如说，如果身上太多矿药烧，可以在另外一座岛做十字熔炉，然后就是可以烧这样。你切地图马上烧好吗？醋吗？是吗？应该不是吧？这太 bug 了吧？但我觉得有可能是。那我这样可以拿来做弓箭，我弓箭都做好久了。嗯、我一支箭十二一个铁锭，哎，好贵哦、喔。所以我不喜欢玩不要那种东西的。客家心态。要慢慢烧，那都放这边就好啦。嘿嘿。什么客家、啊？一点、啊、靠边啊，为什么这样子？是发生什么事了？嗯？嗯？嗯？我是单手剑两只，对不对？是的。好的。钓鱼。阿金坤。浪人生，不是啊，回头刀。到一个新地图，放进去九个地图，放完差不多就烧完了原本的地图。哦哦，我懂你意思了。他说我们换地图，等于说这张地图不会有跑，跟麦块一样。哦，离太远，他那边不会算。懂了。感谢。骨头只能做弓箭啊，所以有些骨头其实真的可以不要烧掉，可以啊，不吃掉，就留一些好骨头给我就可以了。对啊，就加雕。那个你烧铁的时候，哦，算了，没事。说完。我把昨天打鳄鱼那个危险的铁矿放在后面一点。好。对，我怕你全部拿去弄，像你那天做个宝贝球，就是地战的宝贝球。那还好吧。我地战的呢。那还好啦。你有看到毛皮吗？我放在哪里啊？毛皮我就在这附近呢。我身上有一些啦。啊，我找到了，找到了。给你啦。我找到了。啊，不是啊，啊，我身上有一些都放你身上、啊。你是用喷的哎、欸，傻眼、啊。对啊，怎么了？兔子喷毛皮有错吗？好的。对啊，你
我怎么了？眼睛放哪里？眼睛是什么？金 King Gold。嗯，太阳不会。啊，金呢？你有放吗？还没吧？我没放金。好，那我放金。哎、欸，云，那个想问你哦、喔，我问什么？钱是不是很重要啊？还是其实还好？欸、不好意思，我的武器呢？嗯，来啊，来啊，给你，等我一下哦，拿去。哎、欸，我怎么丢出去？我是三把剑，你要我第三把夹哪里、欸？屁股还是嘴巴？我的，我不小心丢出去。你说刺剑吗？这是你要的吗？都可以，看你要哪一个。哦，伤害都没有一个伤害比较低一点点哎、欸。那个是不然丢出去的吧？这个哎、欸，那个就给我，给你啦。嗯，等我一下。嗯，我刚好丢出去吗？哎、欸。怎么了？哦，真的假的？就是说烧矿的话，可以拿一半危险跟一半的随便素材去烧，有机会拿到什么危险的力战这样子的，这个意思吗？是这样哦。哦，要来试试看。这游戏好花时间啊、哦！就怕看得无聊啊。其实海尔之前只有死亡技能推进度地图会用到钱，现在有改，不能保证不重要。好，你也能过去玩吗？最最，你决定？我决定。你要玩吗？因为昨天其实我看你有买。哦、原本二是放什么东西？哦，嗯，这是什么？水稻。嗯，先别吧，因为我就开台的时候才会开啊，所以想说。哎、欸，对啊，差不多就是开台或私下整理东西才会开，那平时就关着在剪片吧。最最抱歉啦。然后顺便再带大家认识兰兰这样子，看你就卡住。我继续烧铁哦。好的。哎、欸，他怎么一次烧两种啊？我看一下。哦。你做什么？我要打箱子。好，你就自己玩。抱歉啦，你说像……哦，我懂你意思了。像这样子拿出一半吗？这样子，然后直接这样子烧，对不对？我是聪明。是这样吗？没有，它就是可能就是混进去。你去试试，这就是个赌博，以前就是有这种赌博的东西。啊，我懂意思了。有。对啊，因为以前那时候就有玩，就是你要嘛赌下去，就是全部都是好东西；要嘛赌下去，全部都是烂东西，就赌嘛，反正赌博而已。危险的铁定碎啦！还危险的铁定哦、喔。啊，我是不是拿普啊？
我知道为什么，我是拿普通的铁，所以应该是拿啊力战加铁啊，我应该这样子烧的。懂了，来玩玩看。那之后都知道力战的古代，试试看。我差不多准备好了啊！哎、欸，啊，完蛋了，差不多了。好，我也好了。看一下、哦、啊，这游戏夸张呢。这游戏后面不是还有一些机械相关的？对呀、啊。哇，好了。哎、欸，我拿一下食物，你等我。我饿。你怎么吃？哎、欸，香料是只能用动的、嗯，对不对啊？这个我不知道哎、欸嗯，我都是打箱子才打到的。我也是啊。问一下云。有啊，突然觉得哦，有自了解的人真好，按错了。不是哦，因为之前玩另外一个游戏，右键是开箱子啊，所以开下去就打下去。对，哎、欸，你再等我一下好了，我想做个斧头。等你啊。你要吗？好啊。是危险的铁钉，那你嘞？危险的叉叉铁钉哦，鳄鱼危险的古代，哇塞，完蛋了！真的，真的，你看我画面，好棒哦！看我时空画面，哇，哈哈，呀，再看，好夸张啊！哈哈，鳄鱼的危险的古代的铁钉，就只是防御减5而已，你拿这个去做好东西吧。有一个腌制台可以做，我们有腌制台吗？哎、欸，对，我想做酿造的。好，哎、欸，你干什么、啊？我不是故意的。哎、欸，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会坏？会坏？会坏？不会坏，坏了再拿捡起来把它修，就放上去就好了。你说酿造的，看一下。它是有烟熏台跟酿造台。有烟熏台，是风干架吗？烟熏？不是，哦，发酵机吗？哎、欸，不对啊，那是什么台？嗯，都做。腌制台，大锅切鱼皮，发酵，三重覆膜，很帅耶！而且这就是很白痴一点，就是它就是因为词缀太多，造成说箱子会不够。你看这个危险的，嗯，然后这个普通的，那我们这样飞龙是不是有点可惜？对啊，不会啦，就是因为有那个我们才能挖这个啊，钛矿啊，也是，对啊，哦、阿姨也是。哦、你说发酵机，你也要做发酵机对不对？发酵机是做，嗯，等一下腌制台啦，他是说腌制台是做那个做香料的，然后发酵机。他说什么做酒还是什么？没有，他说对发酵机。哦，发酵哦，白粗哦。我有看到你最后放那个。嗯？有哪里啊？哎、欸，你成长石板放哪里啊？这里吗？我记得你有放一个石板。那附近。好好。我放在这边，右手边这边比较重要的。那就一起放哦。好的，你可以拿去生看看啊。生什么啦？你说找阿牛比斯哦、喔？对啊。不要啊！不要什么？我不要啊！叛逆死了！啊，我爽啊！先休息了，好，晚安。那走之前出广告、欸，好、欸，来了。哎、欸，等我一下哦、喔，我放哪里？放这里。昨天，哇，蓝蓝大大的斧头，哎、欸，我拿斧头砍你而已，而已。你昨天怎样？你刚没说完，忘记了啦，都你啦，扛下去失忆了，名字奉上。哎、欸，嗯。
这游戏有召唤物或宠物吗？就是会有狗狗帮忙打之类的吗？我觉得你想太美了。我在问云。我觉得你想太美了，招出来被我们打死啊！可是你要看技能有那个哎、欸，有说宠物相关的东西。嗯，我就是抓牛抓羊出来打那一种。是吗？好。工作台里面有熔炉箱子一体的东西可以做，非常建议不要做。又大又占位置，可以，好像可以做，非常建议不愿意做，什么意思？应该说有东西，有这个东西，但非常不建议做这样。嗯，有这个东西可以做，然后非常不建议做，然后要一个那个豆点或什么的，其实看得懂。想要做巨型农场，大农场啊，你就把海再扩过去啊！哇，太多了吧？怎么太多了？好多东西啊，就是连光是那个农作物那些都好多可以做。嗯嗯嗯嗯，我还不知道无人机要怎么用哎、欸。为什么都讲一些我还没听过的东西？你可以看那个动力机械实照工作台，没有在看啊，动力机械、啊、然后对对对，先看自动洒水器耶、yeah ，动力发电。比较好奇电池怎么来，跟生物酒精，生物酒精发酵。哦，你有回我。你跟谁玩？蓝蓝，花花很长的一个妹子，有一个宠物丢出去，然后宠物爆炸的技能，我是不知道这时候在想什么。是宠物死掉了？很恐怖哦！我的天哪、啊，才不要这样做嘞！神奇宝贝球丢出去会爆炸，那概念。啊，那是丢出定时炸弹嘞、欸，把那个、哦、就皮那个嘛、啊，玩皮蛋那个。嗯。哎、欸，还有杰克南瓜灯呢、欸，有杰、啊、克。好啦，应该就这样了，我们可以去探个险。你知道去昨天那边打好不好？啊，昨天地层没打哎、欸。哦，对哦。对啊。那你去。我到了。你就直接进入吧。你不是手榴弹啊？对呀、啊，安安新粉丝，安安，那是巴拉，没办法，我们只能靠跟妹子玩来蹭人数了。最好，下次换来宾了，有没有？老十三不讲话，然后还有谁？还有谁？赢啊！赢。欸、其实我跟银互动没那么多、欸、就是看到好看的哇，好看哦、喔，分享，银给我出来，有听到？给我出来！还有鸽子啊，鸽子都偷看。哦，我不能回头。哦、我也是，我好了。你怎么是带着很像烟熏台的东西出来？不小心的。在哪里？啊！我地图也不见了，不见了啦！按到了，讨厌，讨厌死了。先带那个在身上嘛，对不对？探知道财宝的踪迹，这里吗？嗯，我迷路了，等一下。好了，我回来了。鸽子光明正大在看。嗨，没有比较快，不要跑，不要这样子，没有比较快。嗨。
累了，我累了，我累了，我累了。看这样有没有比较痛？有吗？还好哎、欸，啊，我拿错弓箭了。这样呢？后期会很缺电池跟生物酒精，发酵台做一个东西都做很久。哦，那就要大量的发酵台了。好耗时间的游戏。你在干嘛？嗯，看那些岛上面的东西都是矿。白痴，我知道右下角那个很像 WiFi 是什么了啦！哎、欸，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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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你等一下啦，买东西、啊。我忘记我以为它是怪物。羊根。没有比较好，交给你处理了。就右下角那个是那个探那个啊，找地层的那个探测器啊。你附近有地层或是宝箱就会显示啊。哦，原来如此。对啊，一次见。这是没有掉比较好的。有，掉一把刀。哦，可以拿去买。附近有宝箱，你有看到下面有附近有宝箱，还有显示吗？嗯。哦，懂了。我以为是我连线品质不好。在哪？真的没有，爬上来却什么都没有。好啦，乖乖找地层。有一些偏远的小岛可能会有金宝箱。对啊，其实这张地图昨天有来过了，来挖矿的。金宝箱跟蓝宝箱差在哪里？银跟金吧，你觉得嘞？哦，NPC 打死有几率出更好。好，云好厉害哦！注意你的保湿度哦。嗯，你才是吧？哎、欸，我现在很高哦，我在吃饭。呵，保湿度太低，你的体力值也会比较低啊。我说呵，哦呵哦呵。奇怪，我昨天在哪找啊？这边有大象哎、欸！这个巨石头是什么？哎呦，哦，骷髅头吗？被围殴了。
垃圾封解锁。笑屁！没有啦，我在笑，我打不到他啦。我你敢干嘛、啊？我被笑到不行了！天哪！连笑都不行了哎、欸，可怜。对不起哦，好可怜哦。可怜死了。我靠，他这么远就探索、探测到宝石的位置哦，早半死哎、欸！现在不想了、啊。嗯。嗯，抓大象。要抓大象。抓大象，大象会打的。感觉皮很厚哎、欸。他爆头的判定真的很奇怪。哎呦呦，大象打人呐、啊！我要用镐子敲了，不要敲死哦，拜托！你要带走是不是？我想抓、啊。好了，可以了吧？红血了。抓一只，再一只，再一只。好，我在敲。来繁殖他们。好了。那我要杀掉一只。Yeah。他是练那种关门的声音哎。啊不是啊，地层呢？我们怎么找到两个？那一个地图不是有两个地层吗？欸、在附近呢，他在想呢。啊，下面呢？去上面吗？等一下，我们先去那个塔。嗯，我要拿那个遗迹。OK。哦，在哪里？我是不是去错地方？在哪里？哦，在哪里？啊、靠！你打哦，我想说你打着就跑了。你看，傻眼！怎么样？攻击更高一点点的刀，换。那很好啊。然后音乐有点大声。嗯，你调一下。好了，没有，自己很好笑。这地上是什么？狗狗，啊、狗狗，月月、啊、要杀狗狗。他们会抓痒的，好可爱哦。
干嘛的啊？工具箱是干嘛的？是装箭矢的吗？找不到是不是？他没有杀树枝。嗯，你可以看一下他备注是什么？怎么一直有啊？加攻击力的。某些地层会需要木头。哦。原来如此。怎么一直有？是不是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早就可以走了。小米在那边。哦，我不知道，你要跟我讲，你要跟我讲。我以为你在刷。你说刷经验吗？好像也可以耶。他好像是装，他说是装饰啦，然后上面会有一些效果，你要吗？它的效果是什么？有多的，有多的，就加攻击、加魔攻之类的东西。好，好，好吧。我看到，就真的是图贴上去的东西。哦，他要跟我把我剑矢换掉，哎。哦。嗯，我看一下哦。如果装上去之后可以射箭吗？不行啊。对。哦，那不要装。虽然屁股上有包包，那蛮可爱的。开喽！开了吗？嗯，没看到哎、欸。哦，真的。可能要达到一定数量吧。哦，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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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吃饱呗，边吃边走边吃呢。叮叮叮！等下我忘记了技能变成萤火了，二技魔法可以。功能太烂了吧！看情况用。升级了耶！不然，因为它是自动瞄准，但是不会自动瞄准落点啊。嗯，不能说打在脚上。它如果会自动瞄准落点，蛮厉害的。跟黑色山壁里面可以挖开哦。你开哦，干嘛、啊？哦、都双手，量蛮好大、哦，这都双手的啊！卖掉，我都卖掉，到哪去买？你爸爸买了，我去捡。哦，
那把剑好像蛮强的耶。双手的。哦、oh. ，好，走吧。好。有啊。嗯。哇哦，酷耶！双手的，对啊，复仇之刃，双手是不是蛮厉害的啊？啊，他是攻击高，但是就是挥的慢啊，看你要不要玩。他要点大锤概念，对他要点技能天赋才能用。哦，他一把要一万，他一把可以卖一万四、一万五哎，卖掉啊，赚。长颈鹿。阿长，我对不起你啊，阿长。云、嗯、觉得双手剑好用吗？不好用就换。我觉得苹果总是打他掉的。直接放出来卖啊！如果哦对，可是放出来卖的话，不是要等他卖完之后才能收吗？就放在里面卖吗？我靠，阿长你那么凶，阿长！我靠！你看到我了？那个是钓鱼。我觉得背包空间在这时候钓鱼真的很不方便。你的龙虾嘞？嗯，什么的龙虾在我身上啊？你刚哦，我刚刚想说，嗯，你有吸到吗？另外一边吗？哦，那高塔。好啊。要走这边。按住。爬过去吗？云说，对啊，爬过去。云说单手武器秒怪用的，就是攻击高。对啊。嗯。耶、yeah! ！卡住了，你就滑下去了。再见。再屁啊！按啦！哦，他说就直接放一两个在地牢，之后再做这样。哦。在工作台不是吗？对啊，所以说昨天他就说就带工作台跟就是工作台身上啊。好，原来如此。对啊。你走好快。我就没理他们了、啊。我来了。飞这个也会耗体力齁，好麻烦喔。这么快？年轻人呢？啊，果然不一样。我只能做老人在做的东西。
地宫就在附近上面。有的哟。找到喽。好的哟，在哪里？好。想跟他玩。对啊。哎哎哎，怎么多一只？靠腰啊。他喜欢比较多人嘛。好的，我们进去吧。你打我。喝个水。嗯。好嘞。哎呦。哇，要坏掉了，等一下。你玩这个游戏多久了？包包满啦，怎么办？你什么东西满了？瓶子看不到，没看到我，我在后面。哦，那就卖掉，要吗？卖掉，我是直接用那个的。嗯、哦，直接吃掉，可以啊。好了，这样就好了。没很久进入到钻石99999。哦，都在等更新。是我的键盘太大声吗？怎样了？没有没有，就哦，键盘声很疗愈是不是？没事、嗯、没事，我就说你的键盘声不会很吵的那一种、啊嗯嗯，不信？好吧，哇，我不知道啊，都是钱呢、欸。哦，算了算了算了，我没有更多的钱，我们走吧。你确定？你可以卖是不是？我看一下，我现在做嘛，做工作台打都几千块、欸，做啊，快给我做工作台，我做。可是我们要刚好有材料哎、欸，我记得不用什么材料啊，石头我也有啊什么的啊。哦，可以可以做。对啊，它木头而已不是吗？嗯。嗯。你要多摆几个吗？有那么多要卖？有。那你先做，你先卖。感谢你，感谢你为国家的牺牲。哟，找不到在哪里？啊，我没有石头了。我有，我有，来来来，那种大便的啦，靠！你这个，你这个大便仔。我大便仔啦！来来来，嗯、欸，不可能大便呢、欸，这老恐怖。哎、欸，捡啊！
你放你掉在哪？我是看到你大便哦。我以为你要帮我做，结果你是这样的人。你说你没有，我拿给你呀、啊。你没有说你要帮，你叫我帮你做，我的天。好，是我们沟通不良，真是不好意思。对。阿努比斯死板加耐力就可以玩大风车。我在想可是他那大风车他就是耗耐力啊。哇！怎么了？不够对不对？卖完了对不对？不是不是不是，我在看，有一些剑还可以再往后。做一些东西耶，那你要留吗？快哦，他快被卖掉了。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要留他们的意思。好，卖掉了 ，OK。哎、欸，是呀，再买一次。哇，我这个双手武器真的好贵哦。一万五哎！好了吗，孩子？好了，你卖完了？好喽。那等一下哦，换我，换我卖，换我卖。哦，十柱一个五千哎，那我们这样刷地图是不是就可以刷这个钱钱了？你说切换地图才五千块，你要看一下象牙多少钱？你刚刚说象牙很贵吗？你刚刚说捡到象牙啊！我都没有注意到。对啊，象牙多少？大声念出来，来讲出来。一万。对啊。我今天有去看人家，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什么推荐赚钱优先，还是先那个补图鉴优先？就图鉴这个东西，像那个吧，云讲的是比较新的东西，没有文章。所以感觉就是先以赚钱为主。懂了，我在看我还有什么可以买，我东西太多了。卖啊！我铁矿没有放进那个。好了，我好了。走吧。走。这台这不是自己捏的啦，这是我那个设定的啦。这个是蓝蓝前诶昨天跟我讲，前天跟我讲说，他说什么诶繁星你可以试试看玩这个啊，然后说可以把我那个拿出来用，我就用了，才会有现在找他一起玩。然后哇，真的有我诶，他就知道要不要陪我玩。笑，笑，讲出来啊！不，怎么可能百分之百捏成这样子啊？天哪、啊，太难了！胡狼耶，有人密我。好，你先忙。不要。好，不要忙。好。最后了，最后了，最后了。吃个食物，对，嘿，没牛排吃的真吃小肉，我都吃太阳蛋，我知道，我看到你二十几个太阳蛋，为什么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会不知道？对啊，为什么会知道？比较好奇这个。哇，你截图就截二十几颗太阳蛋哦，我的天，都乱看。哇塞，你自己截图哎，好，你拍照片给我看，然后说。你怎么可以乱看我的照片？这是我的隐私哎、欸！哦，我的天！叫你看重点，竟然给我看其他地方！我天啊，这不是重点吗？好好，我好。
哇，你杀掉他嘞！你好棒！哇，真的呢？这么厉害！我的天哪，我杀掉他了耶，我都吓到了。嗯，那么厉害。那等一下你开吧。好。因为我杀掉的。好。白痴。哇塞。哦，抱歉。哇塞，你们听到了、哦。叫物以类聚哦。哎、欸、靠。哟。到了什么？就这样而已。就这儿，就这儿。终极。好的。减最大生命值哎。我可以石板跟你放一起，或者是你给我，这样就有空间了。嗯，给你啊。没有，都清过了，没差了啊，给你。好好好。就这儿。把石板还来。等一下，你先去挖那个，我修一下装备。好的，教主说的是。对啊，卖水果赚大钱啊，我有看到他们是说卖桃子哦，就是只要种菜就可以致富了。哦，宝箱会有鱼哦。有啊，我来了，我捡到大便哦，什么石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讲他超大声，我捡到大便了！哎呦，你就这样跑了，我被熊打了。哦，熊坏坏熊哦，坏坏。哦，还有什么？下面是什么？怎么啦？我在看打鳄鱼啊，走啊！什么？哪里？我就在我在看那边为什么会有房子？哪里？地图上哪一个啊？的指标？那个？你请问你忘记我们那时候不是说放个东西？哎、欸，嗯，你那两个应该是那个啦，商店的东西吧？哦，是吗？地牢的吧？哦，我合理推测啦，可以吗？这个推测应该……哎、欸，我们这边有空岛哎、欸。每张都不是都有吗？第二张也有啊。啊对啊，我就这样走了。哎、欸，那回来。走啊，那你要去哪里？走啊，你现在是想怎样？我要去哪？救命！我要钓鱼啊，比赛啊，看谁钓最烂的啊，最便宜的啊。哦，原来是比最烂的吗？嗯。不敢比最好是不是。最烂的，最烂的有权钓第三个。来看一下有多少钱哦，钓鱼多少？500块哦，管你龙虾哦！哇哦！哦，我就屌！什么？格龟？哎、欸，5000块给你吧，你有权吃掉它。我为什么？哎、欸，又有嘞，还是有 bug？ 又有什么？你刚刚没有收干？哎、欸，最便宜的，我赢了。你赢什么？啊，不是说最便宜的。你吃掉它吧，要用吃的，好可惜、哦。不然它不好，你要卖掉吗？5000块而已，两个象牙，你想清楚。你不吃我吃哦，给你吃。靠，给你吃。我跟你说，我包包满。好吃嘞、欸，好吃，一直吃啊。那边的空岛也是阿努比斯吗？走啊，去看啊！好，你居然跳上去了！哼，年轻人就是厉害。完了？怎么了？我上来了，但我好喘哦。是阿努比斯吧？嗯，走啊！我的天啊！怎么那么蠢？让我想到以前有些
玩一个游戏，他可以做特殊的那种，就是客制化装备啊。哦，像你可以把一个东西冲到爆，就像耐力加到满，哦，就是他那个做装备的东西嘛，你可以调自己想要的，加到满之类的。哇，好好，六星的攻击180，哎，14000。大家记得杀掉他哦。我现在杀，给我掉最好的，来，就这，就这，嗯，年轻人，你可以吗？年轻人。年轻人正在，哎呦，正在看这该死的东西，这怎么放啦？你放啊，我们就跳上去嘛。对啊，你不怕被射哦，在那边盖。哎，好难哦。我来了，乌拉乌拉巴哈，好像蛮不错的这样子。嗯，好有特色哦。不理你了，这什么鬼啦？太棒了吧！呀，牛顿要哭啦！是吗？你到了一样哎、欸。哦，那他还是一样难砍。可以了，我们可以赶坑。哎、欸，啊，我就看到等级啦、啊。我那时候看是等级二呢，现在是等级。因为。世界不同吧？对啊。哎、欸，拿稿子看啊！啊，对哦，原来他只掉蛋啊，有经验啊。好，看是他，看是他。他皮真的好厚哦！我害他害我的稿子要坏了。好痛有啦，拿稿子真的比较快很多了啦，因为我们一直在互相伤害。我记得视角正的话可以是直的。 你是说补那个空桥吗？对啊，可能就是要那个网格。对哦、啊、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海其实是歪的，海上的建筑物是歪的。看一下加多少，准备了。我们倒马机那个影片哦、喔，哈啊哈啊哈啊！哦，314哎、欸，还不打死他、啊？好了，我们走了。OK、欸。我那个桥还蛮壮观的啊。喂，还是能走啦。先走喽。靠！弓箭苗头暴击比较快，哎、欸，弓箭的。对啊。没有没有，他的爆头那个判定真的蛮怪的。哦，那可能跟那个枪火之前也是爆头超奇怪的，打头没有爆头伤害。嗯，反正打像他的头只要转侧面一点，我就没办法爆头了。你们一定怀疑丹丹没有射准，对不对？你跟你讲，他红彩六号专家呢。妈的嘞！妈的嘞！听到没有？乱讲话！乱讲话！来，爆出你红彩六号游玩时速多长？来，三千多小时，听到没有？三分钟。这边还有个塔。走啊，去捡个5000块。这边，跟我来。
明天拜拜。不理他们。财宝，因为我们昨天就半夜因为缺铁嘛，我想说不可能我们会刚好漏到一张，因为铁是我们下一个需要的东西。想说怎么那时候挖一大堆没有铁，好痛。好了，回家吧。好啊，看一下，我点金矿。哎、欸，那边还有一个迷宫哎、欸，你有吗？哎、欸，有哎、欸，我这里有哎、欸。哦，你那边一个地图不止两个。对，那个刚刚云友说不一定是两个。哦。所以其实我们的进度是有点偷吃步，因为打赢那只龙，得到钛金矿啊。对啊。那是耐心的成果。嗯，我在里面了。好，打赢金矿，我打赢他了。濒死的怪物临近。哦，没有啊，三分钟假的啦。我记得好像八百多小时啊，因为有跟他朋友玩。嗯，八小时啊？你不是有跟朋友玩吗？嗯，就朋友开你的账号、啊、我比较常跟路人玩。没有说你的账号是别人在玩的，代、哦、打啦，懂吗？对呀、啊，都是别人在打的，不是我在打的。你在等我，我在做商店。我等啊，我在做，对，我在做商店。三名的哥布林的古老段，嗯哼，嗯哼。我等下记得跟我讲工作台要带走。好。不然这样一直住工作台。酷欸，这是市场欸。小子的稻草，好了，你只做一个哦。好，工作台带走。嗯，带走，带走了。水牛，打他！哦，不要，不要！我水牛好难打。我死光了是不是？拿错，拿错，拿错了。我要看到水牛成河。死了，死了！哎、欸，都死在里面呐、啊！换，坏、欸。不管他，不管他。我好会飞哦。死了死了，走吧，开门了。地狱，地狱很难打吗？地狱不是最新更新的？对啊。对啊。有有，我们有自动挖掘机哦，所以可以去用那个无限的那个吗？哇！哇，云好棒哦！哇哦！他是孤狼哎、欸！你刚没看到他对不对？他有啊！他被我打死，你怎么看得到？你的大便呐、啊！那是你的屁啦！我刚拉过，没有那么多屎好吗？
我整天在拉屎的、哦。这远古巨像十八等嘞、欸。哎呦，我进来太快了。没事没事没事，我有点喘。乌拉巴！哎、欸，还会 miss 的、哦。Kissy 啦！哦，好快啊、哦！你好强哦！你好强哦！有屁哦！真不愧是繁星大大。几号手部？万达一五零二五啊！阿半，什么东西？打五二跟零，五是布，二是剪刀，零是石头，对吧？哦，是哦。啊，五不是布吗？二不是剪刀吗？零不是石头吗？原来如此啊！赢得开，没关系，你赢了。靠！好，你去开。来哦，来，赢得开哦。三二一，零啊！我以为我用打的，你赢了，你赢了，你赢了，你慢出，你赢了，你赢了，你赢了。好，赢得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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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也是用讲的比较好哦，好好好不然自己开这边。天哪、啊！对啊，我刚刚想说那个不是没办法消掉啊。哎、啊欸，哦，鱼，那是鬼头刀吗？鬼头刀，你要吗？不要，它是巨大的鬼头刀、欸，哎。屌哦！屌，好屌！这个二在那边好烦啊，你看看你，忘了啦，烦死了！下次知道了，下次知道了。可是我也很尴尬。你，你可以剪吗？等一下哦，哪个不要？你满了，那我可以啦，白痴哦！好了，好好好，好好好，我们出去放。走了，走了，走了。对吧？蓝蓝很可爱吧？还不承认？没有。哎、欸，你要不要卖东西？你先卖啊！我进去里面卖。啊？你进去里面有一个商店啊。哦，你要从入口走。呀。哦。你卖，你去，你就是在外面卖一卖就好啦。哦，好。这究竟是有默契还是没默契呢？我觉得繁星大大比较可爱啦。呵，真正无红怕鬼呢。无红怕鬼。哦。怎么了？没有斧头好贵哦，斧头都比一个住宅贵。还有个柱子哎，在门后面。柱子，你去哪？你去哪？我在卖东西。嗯。想尿尿。去啊！哦，尿尿，尿尿就是要播广告，哎，尿尿播广告。然后换我烧死你，跟你讲。啊！被咬啦！这个柱子能干嘛？哦，不是啦，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是跳过挖营这个阶段啊。还是跳过什么？
因为那时候刚做完营就直接，因为钛矿它不是要六星才能挖，世界遗迹金字塔装饰品吗？嗨，我回来了。OK， 大神友，键盘不键盘啊，滑鼠。了解。你在哪里？嗯，门旁边了，飞回去了。好，让你飞回去，我要补个血。可以盖出来？你说世界奇观吗？那、啊、世界奇观可以盖。哪是世界奇观？我看一下。哎呦哎、欸！哎、欸，门呢？在这附近吗？这里。走喽。好。帮我尿尿播广告喽。好，去吧。嘿嘿。小燕晚安，小燕拜拜。有吗？晚安什么？他有说拜拜吗？哦，有了。他说晚安。嗯，爸爸没有啊，这几天的作息就只是以前 FB 的作息啊。嗯，我作息更惨。耶、yeah.。重要的大箱放这边。嗯，好多东西哦。对啊，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后面没有跑出来那个水井。水井要我们现在这阶段才行，那时候我们还没升级。对，你要吃牛排吗？我做给你吃。啊？牛排。你还有食物吗？这两块肉，小肉。好了，给你。嗯，米肉放哪里？过来。哎、欸，拿去吃。米肉放哪里？什么肉？小肉。小肉。我找不到。这里。啊？怎么了？我没开到。刚刚开错。没有哪一个？第三个。哦。这个。那都是没有的。嗯。肉龙虾，因为它装水是跑反方向啊。哦，你看云说的发电机，我去看怎么做。我们说动物发电机哦，所以我们要抓牛起来去跑。
我们让 NPC 去跑啊。NPC 会走？你看云说的。哦。有了，我现在做。我的天哪，好棒哦！跑到死、欸。齿轮之后很缺吗？齿轮感觉好缺哦。刚放出来会挤掉 NPC， 去别的地图再回来就会。啊，可不可以一开始先杀了他呢？哦，应该就是先杀了他们之后再等他们回来吗？可以啊，你先摆啊，摆好之后再回来。爪子不够位置啦。哦，好酷哦！你盖好，我们再重开啊。要先盖吗？哦，要等一下哦。我等一下，我们关台之后，我再全部改成那个大箱子。好啊。那你的齿轮这个是丢这边是杂肥室、嗯？我背包满了杂肥室啊。杂肥室啊。所有种子都是趴树掉的吗？我问那个云。
云根本就是我们的向导。哦，对啊，以前我是大家的向导，现在不是了。我尿尿。去去去！哎，你刚没尿？没有，整理包包、哦。好吧，那你要播广告吗？不播了，我射死你！嗯，欠打。等一下，我要去水里。那我会研究怎么搞死你。好，尿尿。恶劣。回来了 ，Hello。鸽子打战哦，是什么意思？我会听记录档的哦。你真的是，我看一下、哦，很无聊哎、欸、你。3小时39分，好，3小时39分。哇，大大，你这么记仇，这样不好哦。我连发什么都不知道，好不好？对啊，什么半途而废？特别听。赵总太胖了，好了，齿轮拿出来了。不是的，我尿尿。去去去！哎、欸，你刚刚没尿？没有，射死你！等一下，那我会研究怎么搞死你。太多是指多少算多？尿尿。哦，太多了。恶劣，因为他说发电机太多的话会卡。哦，就是有人都说盖很大片的那种，20个应该也还好。我马上把你打到陆地上。我在看的，我在看的，我看的。高子吗？啊。哦，我不是后面放弃了吗？对不对？打不到，好像。嗯，好朋友没了，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的在干什么。没有啊，我回个血而已啊。我的血怎么变这样？不是啊，我在想，我是怕我不会，我不知道，我怕我电脑不够力。那我试试看5个。5个还好啦，我就是那种真的很夸张到大的那种才会。而且它是一在动的东西啊，会卡是正常的。那怎么放比较好啊？嗯，就是要让它在这里面啊。你给我一个，你给我一个。嗯，好，等一下。嗯，哦，头。水果压成种子。那就先把 NPC 打掉的意思咯。是吗？你说不是打掉的问题耶，怎么打了？杀一个试试看吗？那个能摆吗？那就对啊。好啊，那我杀了。这样子是这样吗？他把 NPC 挤掉了，那人可以跑吗？不行。哦，对，云说这样放对。
好了，帮你好了，帮你弄好。哎、啊，卡住了。哎，我不能打，不能打 NPC 赚蛋了。可以啊，他们会跑到死，对不对？还可以。对啊。还行还行。好可怜哦。对啦。哎、欸，在制作中哎、欸，你刚刚在上面跑是不是？有吗？为什么会跑出制作中？我爬在上面，它也不会动。如果可以自己制作的话，那是不是？要死！不会动。要死了！快啊，快放！那四个电池就死了哦。那我们重建地图吗？你这边这一排不放了吗？我怕你电脑撑不住哎、欸。可以啦，先看看，先看看嘛。啊，强迫症啊，不行就帮我。好啦好啦，我去。去。差几个？等一下哦，啊，死屋，五个。我的方法是快死的时候拳头皱下来再抓一次。抓什么？怎么抓啊？丢宝贝球抓他们吗？不是吧？我怕布置太长会太乱，种子改良油打在上面。哦，种子油的话，改良机一星拿去改良，会像抽卡一样，机抽到那两张，对，越高的。之后拿石头，他花了500万改良哦，吼吼吼吼，没事啊，当时辛苦都怎么熬过去的？这样怎么样？好，走吧。去哪？换一份地图啊，再回来啊。那等我一下，我还有一些东西没放完。啊，不是啊，过去再回来而已啊，你要干嘛？啊，好，你去吧。我去吧，你也要跟着走、欸。对啊。嗯哦。宝贝球啊。不是，不用抓到 PC 吧？他说抓起来再放回去，哦、那我抓就会是满血的。那我抓龙了。好啊，试试看、啊。哇，55分了哎、欸，加12点就关台喽。嗯，时间过很快吧？我这边有多房子哦。嗨，你好。那请问那个湖中那个水中间的要怎么掉啊？中间什么意思？有个鱼群在水池中间欸，你是不是盖个平台放上去啊？哦，好欸，很有道理。好欸，好欸。你还行吗？我吗？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卡住哎、欸。你卡住了，要打你啊，还是拿东西烧你？我看看。等下，云说我们才过3张地图，26点有点高。我们就是在玩啊，因为其实我们的玩法就是会浓很久。我们算是那种，泰阿瑞亚照理说也是7天。大概一个礼拜就可以通关的东西，我们可以7天都还没过肉墙。我们很珍惜游戏。我们在不让游戏时间缩短。好，回去喽。等我一下哦。那这样呢？可以？那不行，太远了。等一下，我再让我试一下。
嗯，就有限，好吧，走吧。好了哈。嗯。平台是关的啦，要关台了。可以去刷个龙啊。刷个龙，你要打到12:30哦。26等有啊，真的是还好啦。我在享受游戏的乐趣呢。假如开地图，导主导是一级，现在教主去开地图是。所以你们其实进度很快、欸。我跟我朋友开这跑嘞。哦，哇哇，跑起来跑起来！可怜哇，可怜的孩子们哇哇！我跟着你们一起跑来。这边又下来。哎、欸，真的、欸哎，他们在用生命在奔跑、欸，哎哇！为了我们在努力耶，真好，好爽哦！就像这种劳工，在平时我也是别人的劳工。嗯，我跟你说你的拉面呢？啊，我经常遇到奇怪的客人。哎、欸，就是他原本跑进来吃饭，我没有看到他机车停在我们门口，然后他就被邻居念说，是不会看字哦，这里是禁止停车的地方，是不会看字哦。然后那个车主就有点可能恼羞成怒，他就说，说话不用这样吧。啊，算了算了，不吃了不吃了，你们给我退钱。哇，干你们屁事啊，干我们屁事。天啊，我就说好好的。我的天啊。他是不是吃到难吃的，然后他串通好的啊？没有，他根本还没吃到。他那时候好像还蛮期待的，他还问我说什么东西比较好吃。嗯，他就被那个隔壁邻居念了一下，因为我们的那个七楼是不能停的，那是属于邻居的地。有病哦！啊、哦，算了算了，不吃了，你们给我退钱。齿轮呢？我刚刚把齿轮放哪里？在我身上，给我一个。你要干嘛？解锁那个啊，一个就好了。好，等一下。不吃了，不吃了。先取一个。给你，给你。都会拖到后面变鸡蛋，那就好。因为他们已经变鸡蛋了。兰兰就更多的太阳蛋可以吃了。耶、yeah。是说地图上的东西会不见吗？你说不去捡的话吗？对啊，我觉得不会、欸，除非你换地图。哦，懂了。嗯。我听到有人肚子叫的声音、欸，哎，是我听错吗？对不起。你肚子饿了、哦、哇？是我耳力太好吧？我的天哪、啊，我是鬼吧？等下关台直接去吃红地板了、哦，好丢脸呢！我刚听到，你快烧死了，你快热死了！你看得到我在左右吗？我要去烫你了，你要逼我？魔鬼的步伐，我准备了。要我吃东西，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吃了，我吃了。好了，12点了，去收台。感谢蓝蓝啦，蓝蓝说拜拜。为什么？拜拜。大家拜拜。好啦，感谢今晚收看，然后也谢谢蓝蓝在下班之后跑来跟我玩啦、啊。忽然觉得发电跟繁殖都好恐怖，做到一半都会变成鸡蛋，真的吗？我是很期待做繁殖、欸，繁殖我应该晚点来做吧。好，是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那我们明天如果蓝蓝不在的话，我就是开这个。然后就是挖物资，然后等他回来继续开这样子，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拜拜，感谢云，感谢辉夜一万一零，拜拜。
哎呀，要讲拜拜的，我会开始讲哦。感谢唐 Candy 过来 ，Candy 晚安，然后对鸽子晚安 ，King U W A N G 晚安，十三晚安。好啦，我要讲完完了，我讲完了，我讲完了，我讲了，没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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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三分哦。是这晚安。啊，没了。阿福爸爸，爸爸晚安，晚安，晚安。好，三分了，大家晚安，拜拜。不，中正道晚安，小小晚安。这样，这个广告再走。你还是自己玩。嗯，像你看嘛，像我跟他的玩法就是都没有在推进度的啊，我们都是收集好物资，然后把几乎要做的东西就做，因为这个玩法大概就像泰拉瑞亚那样子，有没有？我那时候不就是盖了超多箱子，然后在家里就东存西存，而且前期什么都不懂，都舍不得卖啊，舍不得用什么之类的啊，对吧？买会员会不会有广告？都不会有广告，会啦，还是会有啦。好啦，拜拜。